现在已经无法定人数，我们开始开会哦。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17日9:01至12:21，10:00至18:35，19:05至22:11，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彦秀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22人，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郭芳玉等相关人员，主席陈召集委员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决议一审查结果，照案通过第23条、第30条之一及第37条。依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所提第23条条文修正动议之内容，请并入该党团原提案之立法说明，并作为本法施行细则未来修法之参考。二、委员陈怡明等12人提案，针对劳动基准法第37条行政院所提版本条文，提议点名表决。表决结果，在场出席委员12人，赞成者吴玉琴、陈曼丽、刘建国、钟孔照、吴坤玉、黄秀芳、林静怡等7人，反对者黄玉敏、陈怡明、蒋万安及洪慈庸等4人，弃权者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二、李委员燕秀声明上项表决系采反对立场列入记录，另有委员陈怡明等3人、委员王玉敏等4人、委员李燕秀等3人、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刘建国等7人、委员蒋万安等4人所提第37条条文修正动议等6案，均不予处理。二、修正通过第34条及第78条之一。第34条，依委员刘建国等5人、委员王玉敏等4人及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之修正动议，将现行条文修正如下：劳工工作采轮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周更换一次，但经劳工同意者，不在此限。依前项更换班次时，至少应有连续11小时之休息时间。中华民国105年某年某月修正之前项规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第78条之一，将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提案条文第2项第一款据首修正为未满30人之事业单位后通过，保留交付协商第24条及第36条等计6条。第24条行政院提案并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均保留送协商。第36条，行政院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及亲民党立法院党团之提案，并委员李彦秀等3人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均保留送协商。就上述2条是否保留交付朝野协商，经举手表决，赞成者多数，通过本2条文保留交付朝野协商。第38条，委员王玉敏等17人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钟孔照等17人及委员林淑芬等18人之提案，并委员陈英等3人、委员钟孔照等4人、委员李彦秀等3人、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陈英明等4人、委员林淑芬等3人、委员蒋万安等4人、委员林静怡等3人及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等9案，均保留送协商。就第38条之审查，进覆表决以下2案：委员陈英明等3人提案。有鉴于劳动部尚未针对蔡英文总统之指示提出特休假修法版本，以弥补劳动基准法关于一例一休及3除7天假之修法所造成劳工权益严重之侵害，原要求待行政院提出特休假的版本后，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再开始进行此次劳动基准法的审查，经举手表决，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委员刘建国等7人提案，针对第38条条文提案及修正动议各案保留交付朝野协商，经举手表决，赞成者多数，通过本条文并修正动议各案保留交付朝野协商。第39条，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并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均保留送协商。第74条，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及亲民党立法院党团之提案。
并委员刘建国等八人及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均保留送协商。第七十九条，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及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提案，并委员陈怡明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均保留送协商。四不予处理。委员陈怡明等四人所提第七十九条之二条文修正动议，非为院会交付本委员会审查之议案，故不予处理。另通过附带决议五项，请委员酌参。全案业已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法案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陈莹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二、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及未及答复或请补充相关资料者，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有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宣读完毕。请问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无修正？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确认通过哈。本日会议议程为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劳动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及基金的预算询答。那我们今天的列席官员哦，请大家参酌这个列席的名单。现在请劳动部报告。主席、各位委员，那么很感谢我们今天本委员会召开那么审查会来审查本部106年的这个预算，所以以下仅就预算编列的情形提出简要的报告。那么首先报告106年施政的目标跟重点。那么我们根据行政院106年的施政方针，配合中程施政计划及核定预算的额度，编定了106年的施政计划。那么主要的目标跟重点包括这个推办质询多元的这个管道，推动公平的集体劳资关系，完善退休制度，参与国际间劳工的议题，还有就业服务网络的强化，还有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的水准，跟鼓励企业推动友善职场等等，这都是我们的主要目标跟重点。那么在预算的部分，本部主管的预算在税入的预算，我们106年一共编列的7亿3774万，那么比105年相较是增加了1405万元左右。那么主要增减的原因是增列的违反劳工保险条例等罚款及赔偿收入，一共是2203万。那么在税出预算，那么依照这个总额是编列的税出是1235亿5422万。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包括了依法律义务支出是有1152亿1785万，占的总预算所有的预算是93.25%。另外第二个是有业务推动及基本运作的需求，一共是81亿4387万，占了6.6%。还有第三项是科技的发展预算，经费是1亿9249万，占0.15%。那么详细的预算税出税入预算的这个比较，请各位参阅这个附表。那么第二部分是本部及所属机关单位预算的这个部分，在劳动部的部分，我们106年预算数是1174亿185万7000元，那么比105年的预算增加了68亿5168万。那么主要增减的项目有增列包括这个劳工参加劳工保险及就保经费54亿8039万，那么也增列了直辖市劳保欠费缴款补助专案的补助经费是9亿3071万，这是劳动部的部分。那么在劳工保险局的部分，106年预算是31亿1203万7000元，那么比105年的预算减少了4001万。那么主要是减列的人事费、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及资讯业务的经费，一共是3453万元。那在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那么106年的预算是18亿2491万3000元，那么比105年是减少了3340万元。那么主要是减列人事费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2214万。
那么在职业安全卫生署部分，106年预算是7亿3450万5000元，比105年的预算数减少了2585万。那么减列的部分是，补助没有加入劳保而遭遇职业灾害的劳工的补偿经费是1000万元。劳动基金应用局的部分，那么106年预算是1亿9018万元，比105年减少154万。主要是简略办理劳动基金投资运用相关系统整合计划等经费是411万。那么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所研究所的部分，106年预算是2亿9071万，比105年预算数增加了118万。主要是针对的办理职场安全卫生与劳动保障研究的科技经费308万。那么在106年本部主管附属单位预算及信托基金预算的编列情形，那么第一个是有关于劳工保险局的作业基金，那么业务收入是4184亿3684万，比106年那么增加了344亿1049万，主要是因为劳工保险普通事故的保险费率调高 0.5% 所致。那么业务成本跟费用的部分，我们106年预算是4185亿4054万，那么比去年那么增加了344亿1733万，主要是因为老年年金领取人数的增加。那么在业务外的收入，那么一共是1亿379万，那么比去年增加683万，主要是因为收回呆账增加的关系。那么在就业安定基金的部分有两部分，包括就业安定基金跟分基金，就是劳工权益基金。那么两个基金加起来，基金的来源，那么106年的预算是200亿2658万，那么比去年增加12亿6859万。在基金的用途的部分，编列了167亿5702万，那比去年增加了2亿4318万。那么基金来源增加，主要是因为推估制造业外籍劳工增加的关系。那么基金用途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新增青年就业领航计划及针对健全分署办理职业训练业务等统筹管理功能等等的经费。那么在劳工在信托基金的部分，劳工退休金救治的部分，那么106年总收入是314亿766万。那么比去年增加60亿1846万，主要是因为预估这个营运量增加，所以增列投资的收益。那么总支出是34亿2015万，比去年增加7亿6295万，主要是因为基金规模成长，所以投资营运量的增加，所以增列的管理费等相关的费用。那么在劳工退休金新制的部分，新制部分在106年总收入是757亿9037万，比去年增加67亿597万，主要是因为预估营运量增加，所以增列投资的效益。总支出的部分是1亿5947万，比去年增加1941万，主要是因为基金规模成长，投资营运量增加，所以增列手续费等相关的费用。那么在积欠工资电厂基金的部分，106年总收入是8亿7852万，那么比去年增加4025万，主要是因为提缴人数及平均月提缴工资增加，所以增列的提缴的费用的收入。那么总支出是3亿7230万，那么比去年增加178万，主要是因为催收电厂支遣费增加，所以增列各项的提存。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年度的这个106年的预算，那么请各位委员能够指教并且鼎力支持，谢谢各位。现在开始询答，每位委员询答时间10+2，请问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们10:30截止发言登记哦。委员如果有书面质询的话，请在散会前提出，逾期不受理。我们今天不处理临时提案哦。那中午原则上在12点左右休息，然后下午2:30继续开会哈。我们今天第一位，好，我们第一位委员，请洪慈庸委员质询。
主席，请部长。请部长。洪委员早。哎，部长早哦。上礼拜哦，我们针对这次的劳基法的修正，其实做了很多的讨论。好，那也送出去协商了哦。那基本上呢，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恐怕这个就会依照行政院的版本可能会过关了哦。那当然，在上个礼拜很多讨论里面哦，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到就是很多的问题哦，不管特休没有办法落实哈，或者是说加班费领不领得到等等的这些问题呢，其实部长都认为说未来的劳检的做法会有所不同。好，那所以不用担心哦，这样的政策有没有办法落实，能不能保护劳工哦？所以劳检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劳动部现在的万灵丹呐，哈，就是可能下个年度我们施行新的政策之后，这劳检好会做得非常好。好，那当然我想上个礼拜部长跟我讲说，现在在跟人事行政总处在争取这个原额嘛，哈，那现在有没有更新的这个状态？包委员我。听我们署长跟我讲是说，好像这个礼拜还是礼拜要协商嘛，要协商人数。我请署长来报告一下最新进度。好，来署长请。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这个劳动人力的劳动检查人力的这个增加，我们跟人事行政总处初步我有去跟他们人力处稍微协商一下，但是我们已经拟出来一个那个增加人员的计划，但是需要找人事行政总处、主计总处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单位啊，来先来讨论一下，以后做一个完整计划，以后我们再报到行政院去请增员额。那所以大概在12月，这个月底或者12月初了，我们会开这个会。嗯哼，那所以你们目标是要争取多少员额？增加到1000名的话，现在大概有200多个差的员额了。那你觉得这个人事行政总处他这个允诺的这个几率多高？是人事行政总处是很支持啦，但是像我们人事单位都希望我们说内部啊，先从自己的员额里面去做一些调整。当然，我们因为劳动部的这个人事啊，已经非常紧缩啊，所以我们也会适度的跟人事行政总处表达一下意见，是不是能够达到1000人的目标啊？我们大概200多个的这个员额啊，能够给我们这个包括地方政府的，谢谢。好。来，部长哦，是，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你们这个争取能够过关了哈，因为其实你们这个万灵丹哈，其实现在的这些劳检员他们都非常的害怕哈，因为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劳检员的这个家属哦，就是到我们脸书上面来反映哦，就是如果未来这个劳检是这个劳动部的一个配套哦，非常重要一个配套，他们很担心哦，他们现在的一个过劳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啊，哦，那他们也反映说以现况哦，这些劳检员他们的一个家庭生活已经都家都不像家了，哦，那不晓得说如果未来哦劳动部的这个员额如果真的没有大幅的一个增加的情况底下，他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好，那我想问一下哦，如果这个员额争取下来哦，这个预算要从哪里编，从就业安定基金吗，还是哪边程序上来不来得及？来，署长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这个员额有包括这个地方政府的，所以地方因为争取的希望是正式的员额，那正式员额的人事费用啊，由各地方政府去做编列。那中央的话，那大概就是我们争取到以后啊，因为今年没有编进去，还没有争取到。那明年的话，看看报到院里头可不可以有一些特别预算来做处理。如果明年还没有办法的话，可能要编到下个年度的预算会来做处理，我们会尽快处理。所以明年你们的意思是要地方政府自己编吗？因为他现在给他，我们争取的是正式员额，正式的公务人员的员额，所以说地方政府应该负担这笔的这个人事费用。那有跟地方政府做过沟通了吗？有，初步有跟他们稍微沟通一下，他们有反应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目前是没有听到什么样的消息，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员额大概要放在这个检查机构了哈，检查机构，那他们也在做思考，那地方政府也希望说检查机构的人力啊能够充实。好，因为这个时间哦，如果说这个今年年底哦，这个修法已经通过了，其实很快就上路了啦，哈，我相信可能明年1月1号考不好就已经可以上路了。那一上路之后呢，我希望哦，当时现在劳动部所说的、所承诺的都可以做得到，好，不要真的让这个劳工哦，他失去了他本来要争取的东西之外呢，让
那劳动部又做不到所承诺的事情哦，这是我在这边再一次提醒的哦。那当然劳检除了实际的一个检查之外呢，上次其实我总是询说询问部长哦，就是劳动部现在有一个叫做各县市违反劳动基准法事业单位一览表这个专区啊，那这个专区呢，其实就是要让人家去查说有没有违规的企业嘛哦。那部长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查询的功能啊？是治安署里面条件是什么？来说明一下好不好？跟委员报告一下，依照劳基法的80条之一的规定哦，各事业单位违反劳基法的话，在县市政府要公布姓名嘛。那目前是各县市政府啊，他在他自己的网站上面有公布姓名这样的一个专区，在劳动部是有一个结合各县市的政府他公布专区的一个连结啊。但因为查询的那系统，因为各县市政府他的那个资讯的软体都不尽相同啊，所以事实上在目前是大概就是民众是可以去点进去看啦，是目前是还没有查询的一个系统。好，是好好，市长谢谢你哦，你很诚实哦，现在不能查只能看嘛哦。那其实我们有实际去使用过，那其实这个查询的功能其实是非常不 friendly 的一个情况哦，其实他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们政府的资讯系统做得太差啦，但是哦真的是很我只能说真的很难用啦齁。那我想齁，其实刚刚市长有讲到各县市政府他提供的资讯其实都不一致哦，如果你要看你可能要在那边一直下拉一直下拉，你搞不好也找不到你想看的哦。那你可能看到没多久你就放弃了，因为你根本不能 query， 根本没有 query 的功能嘛哦。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县市政府他是用档案哦，所以如果你要看呢，你一个一个档案去开哦，你也不知道说你要查询的这个企业哦到底是落在哪一个月的哪一个档案里面哦。所以其实这个公布的这个功能哦，跟就是其实它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差的。那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希望劳动部这边哦能够做一个像样的一个查询的一个系统，然后一个专区。那我想市长应该有跟我们办公室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很简单，其实我想市长你可能看过新北市的这个系统，它基本上能够做到的是已经有一些基础了哈，比如说什么时候劳检没有过，然后违的是违法哪一条哦，那它的罚款是多少等等的这些资讯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哦，因为我想很多公司它坐落在不一样的城市里面哈。可能台北、台中、高雄等等的，他都有公司在。那如果我要查询的时候，我想要知道的时候，我能够在你们的这个专区上面都直接可以看到系统。我想哦，这个资讯公开哦，也是劳检的配套的环节之一啦哦。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能够达到贺主的这个效果，你资讯越公开，好、哦、这一些企业他就越不敢好、哦、去违规，然后让你公布出来。那最好这个专区哦，它可以哦。依照这个可能他多次违规你可以自动去显示，这是最好的啦齁，比如说他今年违规了3次以上，我就自动显示在我的首页，让大家都看得到哦，这个企业哦是这么长的一个违法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希望这个劳动部哦这样可以做得到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各县市政府在公布事业单位的名称啊，之前我们找县市政府开会，每个县市政府它的那个资讯软体啊，其实在各县市都不尽相同。那所以事实上，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要求县市政府以 Excel 档或者是 PDF 的方式来呈现，让民众能够看得到啊。当然那个委员关心能够希望有查询的这个系统，可能需要再进一步跟县市政府沟通一下，我们再研议一下，是还要再研议。对，因为那个要建立一个系统，所以这个部分那什么时候可以确定承诺评估一下啦，评估一下齁啊。所以今天的这个预算冻结或是删除没有问题啊齁。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欸，其实你们一年的这个资讯服务费系统建制费都好几亿欸。包伟，我回去研究一下以后给你一个确定的日期哈。好啦，我是说齁，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查询的专区哦，是其实齁，如果你要一个系统商来做齁也没多少钱齁，那
你都要把劳检放成你最重要的一个配套了啊！你这个一个环节你不做，你说不过去，好不好？对，我希望能够越快越好。我回去以后马上跟我们的专家来研究一下，给我一个日期。OK， 好。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就是就业的问题哦。劳动部常办这个就业博览会，来部长，你觉得你们办的这个就业博览会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一般反应都还不错，反应不错哈、嗯。那你们上半年办了几场？今年？署长有没有统计数字？抱歉，我上半年的那个就博的统计数字，可不可以我再查一下？再查一下哈，今天都要审预算，然后再查一下。好，来，部长。之前哦，你们这个新闻稿、哦、就是常常说，哎，你们办的某一场的这个就业博览会啊，成效很好，没合了很多人啊，你们新闻稿都是这样去说。但是呢，实际上面呢，很多的声音是在民间上面，很多声音就是说，厂商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就业博览会，很多都是去捧人场哦，就是他去参加，但是他并不是真正要找人啊、哦，有时候他是甚至是为了要聘用外劳哦去跑的一个流程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你们有没有去追踪说这样的就业博览会，他实际面试成功，那实际去上班的人数有多少？那没有去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的留任率哦，他是多高？这个部分你们有在做吗？我的了解是，署里面好像每一场完了之后都会有一个详细评估出来，来说明一下好吗？跟委员报告，我们上半年办的就博会总共有五个场次啊、哦，五个场次，然后每个场次事实上我们都会去追踪它的成效。换句话说，今天来应征工作的、来找工作的人，还有呢招商的这些企业，他们到底整个媒合的状况，我们都有做追踪。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刚刚委员所提到的就是为了禁用外劳在形式上去做这个程序。好，来，因为今天时间有。我希望说，会后把今年度五场、哦、对这几场的这个成效的这个评估报告、哦、把它送给我们办公室来做一个参考。好，那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拿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呢，我们放在促进就业上面，每一年的预算超过140亿，它到底有没有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不管是就业的媒合或是职业的训练，好，之前我想我们也问过说，我们开的这些课程，好，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求？那它的就业率是不是足够高？好，之前预算中心也都有指正哦，就是有的那个就业率都不到10%，哦，那这么低的一个情况底下，好，这样的钱是不是有乱花的一个嫌疑？好，那部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包括其实就安基金这几年来，其实有很严谨的评鉴的机制在里面，包括这个委员会，我们有个基金这个管理委员会，然后这些委员其实还利用这个开会之余，他都还会去地方上去看每一个推动的这个方案的执行情形，所以从内控外控的角度看，其实对就安基金的管理已经相当严谨了。对啊，那你这个课程乱开啊，然后这个委外，如果有这样情形的话，真的是我们是。有少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加以这个处理啊。好啦，我是要再提醒啊，因为有很多是委外或是让地方政府去委外的这些课程，然后你们应该要有更严格的一个考核的一个制度，然后这个不要这个真的开了课然后就业率这么低，好，真的是看不到效果的。那其他问题哦，这个法那个派遣专法的这个法制化，部长您刚有被责。现在也在进行当中，所以有确定有我们司里面在处理，在征询各方意见。对, 對, 對，啊，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向？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议题啊，需要广泛在跟很多的团体在做座谈，所以我们会尽量明年我们也继续努力去再跟更多的团体来做座谈。在这个法制化要推之前，我再一次提醒哦，因为其实民间很多反对的声音，好，所以不要贸然。哦，不会不会，我们一定要广泛收集意见。好，以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好，部长，请部长。李委员早。部长早，虽然上个礼拜四看起来一例一休，我们现在要进入朝野协商哦，但是在这边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部长哦。我那天所提的，我希望还是有机会听到所有委员的版本，因为那一天柯建铭说，柯总召说，我们希望把其他委员版本也纳进来讨论。但是那一天就无论是36、37、38，并不是每一条都有结论，
在我看来，虽然我是新科立委，我很少看到委员会送出去的是某几条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我不知道说到时候要表决哪一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怎么去做处理。柯总召私底下跟我讲，他自己会针对于特休假的部分，他也提出版本哦，我不知道他的版本是不是就是代表你们劳动部的版本，但是我要再一次提醒部长哦，我希望透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送进来其他委员的版本，我还是希望劳动部可以去好好思考哦。一例一休在我看来它不是加薪政策，它是让总工时会更恶化哦。当然大家那天讨论到说特休假跟这个一例一休这是两回事，因为特休假我们有90年没有去修这个法哦，所以无论是我们提出来不砍7天假，包括未来国定假日要不要纳法，因为内政部的法它也是一个它也是内政部里面，它并不是正式的法律的定位，我再一次提醒哦。所以我再次强调，我希望部长去倾听劳团的声音，因为你后面还有个基本工资的问题，你要不要把跟劳团的关系搞到这么僵，我希望事缓则圆，你们在朝野协商的部分再一次思考清楚，站在劳方 的地位多想一想。另外我不认为你没有提出版本，我们在野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照理说劳动部不管你行政程序应该是先报 行政院，然后再送进来立法院会再来一读二读，但是我认为你对于特休假你应该要有你基本的态度跟立场，否则我觉得这个朝野协商很难好好协商。我再一次提醒你，院会说不定大家还会有很多的意见，说不定劳团还会再一次冲进来，我这是再一次要提醒你的地方。谢谢谢谢委员。第二个我今天花一点时间哦，提一下我看到11月3号你们有一个新闻稿出来，这也是长期我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105年育婴留职停薪的满意度的调查哦。我特别关注到哦，你们有几个数据哦，是我觉得很值得参考。你们提到说，在目前为止哦，在105年6月曾经育婴留职停薪可以回到职场的大概占93%左右哦。那媒体露出的标题也是往这部分去报道。但是就我个人我所感受到我接触到的或者写脸书进来跟我陈情的所有生育过的妇女，事实上在后续在跟职场的衔接的部分，事实上看起来好像不如好像跟你的数字的预期好像有相当程度的落差，那我就必须回过头来，我就事论事，用你的数据来跟你探讨。你在这个新闻稿当中事实上你有3个数据，我就用你的数据来检讨。我先不管我现在接受到的陈情案件哦，你目前有3个数据是我分别跟你说明一下。一个是育婴留职停薪有回到原单位，也就是说没有因为育婴留职停薪之后职涯中断的呢，有77.5%，也就是说有23%左右。在育婴留职停薪之后是没有办法回到职场，这是你的第一个数据，在这个新闻稿当中。那第二个数据呢，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之后，回到职场之后有受到上级长官阻挠，大概占8%左右，也就是说怀孕的歧视有10%左右遭受到刁难，这个也是你的数据上告诉我的。那第三个数据，我观察到你这份新闻稿当中的呢，是育婴留职停薪重新再回到职场适应度有困难的，占24.5%，也就是1/4的人呢认为育婴留职停薪之后影响劳动力跟职涯发展受阻，这件事情大概占25%，也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生育过之后申请留职停薪之后，其实我觉得妇女再一次回到职场上其实困难度还是有，还是在挑战性还是有，我觉得劳动部应该就后续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数据好好的去考虑，好好去深究说我如何去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都一直希望妇女的劳参率有机会提高，但是如何提高也增加，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三个数据好好去做解决，说不定我们的少子化就可以解决，妇女愿意生育的人意愿也就越来越高。上个会期我有提出来几个数据，一个就是说我希望包括产假
我希望可以正式延长，因为台湾的十四周真的太短了哦。孕婴留职停薪时面临到刚才我讲的那三个问题，那如果产假的部分可以再次延长，包括薪资公共化的部分哦，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那因为孕婴留职停薪，我们现在已经有七年没有讨论，面临现在台湾的少子化已经是国安问题了，所以我期望。我也当然希望招委也是女性啦，我们陈莹招委也是女性，我也希望说针对于这件事情，因为既然你们现在劳动部已经有提出来说孕婴留职停薪的政策，我们要好好讨论，我希望产假可以并进来好好的去重视，因为这跟妇女相关，这跟台湾的国安问题相关，这跟我们少子化有关，这跟我们的社会福利问题有关，所以这件事情我希望部长可以纳进来考虑哦。那第二点，因为我今天时间很少，我已经浪费前面时间花太多，我今天要跟你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媒体关注到的议题，也就是农村缺工的问题哦。现在我们农村缺工的问题其实越来越严重，包括现在风灾过后，还有年轻人，我们都发现说几个农业县市年轻人越来越少哦，所以我们也关注到农村的问题。那农村缺工的问题，目前要讨论到的是，到底要不要开放农村的外劳？还有现在有农村逃逸外劳的争议，到底要不要取缔哦？我知道劳动部也接受到很多委员的陈情，农村本来就没有人，那我们民生问题又需要农业有人来做，那这个缺工到底谁来做？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开放，但是到底要不要抓？这个都很多私底下都有很多陈情，我就不在这边跟您做讨论。但是我从你的预算上来看哦。不仅农村缺工的问题，我们没有去做人力的调查，因为你没有一个分析数据调查，我们就不知道说从何去解决起。那当然，我看到农委会有解决我们现在农村的四个方向，包括改善作业环境、产业作业流程，包括成立农业劳务人力的调度平台，还有包括让监狱的受刑人改善农村缺工，还有成立假日农夫团。看起来这都是农委会目前解决农业缺工的四个问题，但是我都觉得他并不是长远性的去做思考，包括他都是短期性、临时性、调度性的做规划。那回过头来，其实人才的培育很多预算其实都在你劳动部的身上，包括长照，包括现在我讲的农村缺工的问题哦，其实都在你人才培育的问题都在你，你应该回到更积极的思考去看待这些问题。那我也关注到，包括我们现在教育部有关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就是说他念农业相关本科的哦，他直接愿意就业，就是说就业直接到农村去的大概只有5%到10%，事实上比例也非常的低。那我们如果问到说，哎，本科你未来想从事学以致用、学用合一的，是大概就只有15.64%左右。也就是说，其实有机会年轻人愿意从事农村的工作，或者是你念农村相关本科的工作，愿意学以致用，这个比例其实都不高。那我也看到，包括你跟教育部有合作，要共同推出青年领航计划这件事情哦。那但是我就认为说，青年领航计划不单单是农委会的事情，我觉得劳动部如果要解决，好好的去做人才的培育，我觉得这一块更应该好好的探讨来去做。那但是我也关注到，就是说我们过去就是说青年领航计划当中有几个议题，包括预算上，我曾经在上个会期也跟你讨论过，或者答询过程跟你讨论过的有几个问题哦，包括名师高徒，其实就变成是这个很多劳工变成低价的劳工，这个企业愿意负担的费用就很低。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学历其实还是这个年轻人资层流动很重要的工具，他回过头来学历还是非常重要。虽然蔡英文总统说我们希望继续教育你先就业，然后后续再回来衔接学业的部分哦，但是衔接如何去做衔接回流的部分，跟学校我们能不能去做更好的选择，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劳动部跟教育部要去做更好的规划，这个是必须要跨部会横向联系，可以衔接的上，才有机会做得好。部长，我现在跟你提这些问题，在预算上，如果我在答询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好好回复我的话，我虽然希望你做得好，并不代表我一定会删减预算，但是明年度在审决算的时候，如果我看不到具体成效，我明年还会继续留在卫环，我绝对好好砍你预算，我先提醒你。然后后面第三个问题，这个青年领航当中，我刚提到第三个问题，台湾少子化很严重，现在
专科学校未来退场机制，当然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争议哦。但是未来这个回流的计划也会有时差，就是说回流的计划跟未来如果大专院校要有退场机制的话，这个时间衔接怎么衔接？我不希望教育部未来这个大专院校退场机制开始实施了，但是我们技职教育有一些学生在农村做两三年或长照做两三年，他想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糟糕，学校衔接不上。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势必要教育部跟劳动部在人才培育上跟后续回来学校就业上，在市场就业或回流到学校，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必须要有完整的衔接，家长也好，年轻人也好，他才会对于未来的方向更清楚，没有后顾之忧哦。我再一次提醒部长，我现在47秒的时间，我希望你时间不多，但是我想招委会给我时间让你好好的去回应这些问题，你可不可以具体回应我，就是说在人才的培育上这一块你到底如何做，因为这也影响到未来我们民生的农村的问题跟这未来农村的发展，这都是问题，包括人才的培育你打算怎么做。是包伟，那虽然时间很短，我还是简单的跟你回应一下刚才你谈到那个育婴假的问题啊，那三个这个那个调查的结果啊，那正是我们未来从这里面去找出问题的一个根源。所以部长，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产假现在在这一次你打算讨论这个育婴假的问题，因为已经有7年没有讨论，我们也拉进来讨论嘛。我们启动讨论的机制，因为原来是想说这个周休日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来检讨所有的假。你讲的，你没有做，我就好好探讨你的预算，广泛收集大家的意见哈，看看各种的假别到底怎么样去处理。我想我们会来检讨所有的假别。第二个农事服务团这个事情就是外劳农业外劳的问题啊，我们看法其实跟委员是很接近的，我们觉得应该要先用本国的劳工的劳力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农事服务团跟农委会，我们有一个平台在讨论啊。部长，这些都还不积极，因为现在其实人数还是太少，农村他的用人其实缺工非常厉害。六个县市在进行这个事情，我们把它扩大到全国啊，来尽量来推广看看。如果真的是不行，我们再来考虑外劳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这个看起来你要考虑多久？我觉得部长这些东西哦，这一年大概跟农委会我们尽量的还是用本劳的处理。我们现在就是有提出一个诱因的，比如说我们补助。部长，这是你们专业性的问题，我不去探讨说你到底开不开放，因为这是你们劳动部整个行政院政策上的问题。但是我要看到是农村不能缺工。是。你花一年，那可能我们的民生农村的相关的发展，它可能就延缓一年。但是明年如果没有具体的成效，你要做什么政策措施，我就要你具体的在这次预算上，你可以承诺我。否则的话，农村缺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这边咨询归咨询，你有听没有到？有意义，都全部都记下来了。记下来要可以做得到，要可以实施，可以看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谢谢委员，谢谢。好，我补充宣告一下哈，就是本委员会的委员是10+2，那非本会的我们10分钟哈。讲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吴玉琴委员咨询。主席，请郭部长啊，请郭部长。吴委员早。哎，郭部长早哈。本席这边要让您看一下这个，最近在11月17号东森新闻台的57台新闻网的报道里面，他在谈，他在报道说是日本25个女性就有一个人拍成人片啊、哦，那其中又以赵福远居多，那主持人竟然口出这个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歧视的一个语言哈，他说这个赵福源帮老人洗澡处理尿片就等于是半个出卖肉体。我觉得这种原意看到这个原意，我们社福团体大家都跳脚哈，因为现在整个长照2.0还有我们整个台湾的老人照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政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赵福源这样的一个应该是歧视，而且是严重的性别歧视，而且对职业的歧视啊。那我们要求他们团体是要求他们3天要做出说明啦，哈。我不知道劳动部有没有对这个事情有进一步了解这个事件，还是您根本不知道？对不起，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是不是？啊，没有。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对于这样的职业歧视，我们有相关法规可以规范吗？
有这个可以处理。我们是有一些救护法上第五条有就业歧视的相关规定啊。那另外我们性平法也有这个就业歧视的相关规定。是。那我们这部分有可能跟 NCC 那边来做沟通，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言语，对于我们的照顾服务员这么严重的歧视，是不是应该给予谴责，或是请 NCC 做一些相关的管理？包括我们来跟 NCC 这个联络请教一下，看看这个情况，因为先了解这个情况的内容，好不好？因为照顾服务工作是一个非常是很贴近人的照顾，而且是一个爱的工作哈。我们对这些长者，对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我们对于这些服务本于专业啊，不然这样讲，我们护理人员也在做身体的照顾啊哈。所以这样的讲法是非常侮辱我们所有对于人的照顾哈这项工作哈。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严以谴责哈，这是一个职业的歧视哈。那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法规也能够严以看怎么样来做相关的这个严以的一个限制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歧视的一个用词哈。那我也希望劳动部可不可以三天内哈来做一个查实，或是相关要求 NCC 做相关的一个回应，可以吗？我们了解之后跟委员回报好了。好，那因为现在是长照在推动的过程中，我常说它有三大要务哈，一个是裁员哈，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处理这个长福法的十五条的裁员，另外一个是人力哈，所以我接下来要谈的就是照顾服务员的人力的问题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哈。那这个人力的一个运用哈，是我们现在应该说需要大量的缺工啦哈，因为照顾服务员如果以明年的一个人力的推估，大概高推估是要到12000多的缺额哈，低推估4000多啦，那我觉得不太相信低推估的需求。那这张图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长照1.0还在用的一个架构哈，就是所有的服务的需求者都要到地方政府的照管中心来接受照管专员的评估，然后依照他的评估来给予照顾计划。其实整个长照虽然卫福部主责了这件事的规划，政策规划，可是说真的，所有的执行都在地方。好，那为什么我们劳动部的照顾服务员训练是在中央自己在执行呢？这就是我一直觉得不解的一个部分。比如现在我们长照正需要人力，可是到年底了没有训练班呢，没有班别可以训练呢，你怎么去因应这样的一个人力需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正需要人，结果你没有班了，都开完了哈，因为你们现在所有钱都大概花的差不多了，是吗？你们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化，然后这个地方的需求？跟委员报告哦，之前是因为在立法院做了决议，要求照顾服务员的训练不能有地方办，所以呢才会、这个、非常可笑，对，所以才会收回到由这个本署来办。这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笑，本来就地方在做的事物，连照顾服务员的结业证书也是地方发的，结果竟然把这几年把它回收回归到中央来办。那中央来办的情况下，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常常被你们的分署邀请去担任评审委员，我看到的是一群为训练而训练的单位，也就是说这些来开训的人都是为了赚钱，那开训是可以有收入的啊，有可以跟这个受训者收费好，除了你们的补助之外，还有这个民众的收费，是真的是为训练而训练，并不是为了用人而训练。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立法院又有不同的决议，当然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做规划。好的，我一定会下这样的决议哈，因为真的是要回到地方，因为地方才知道他的需求在哪里。因为我一直看到长照 2.0 里面啊，来下一页，长照 2.0 里面其实一直有提到你们会开设一个用人单位自训自用的专班，那我们就是不懂哈，你到底这个专班是全面性的交给地方来处理呢，还是你要再开一个小洞，或是预算再编一个小洞来让这个地方来开自训自用？向委员报告，我们现在是专班啊，那专班的话就是由我们分署这边来办，还是你们分署来办、啊？ Okay, 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未来是不是由地方政府办这个部分，就是如果立法院又有不同的决议，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规划。我觉得你们绝对办不出来。对，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是规划配合长照，所以呢，除了专班的训练之外，我们在新的年度我们又开始要启动所谓的刚委员所提到的我们自顾自用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训练。换句话说，未来就是专班加自训自用，
这样两个计划，然后并同来做一个推动。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因为之前有立法院的决议，所以我们在整个规划上是比较朝向就是由这个我们本署来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如果今天立法院有做了不同的一个决议，认为不需要完全由中央来办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做整个做不同的一个规划。我一直要强调的是说，你们真的混淆了，这本来就地方的事务啊，你抢回来中央做，然后中央又隔了一层沙，好，那个。对啊，你刚刚是说因为之前立法院的决议啊，我觉得这政策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地方才知道他的人力需求，还有用人单位才知道他的人力需求。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谈原乡或偏乡地区在用人用训练上面，你们缓不济急啊？那个才需求可能是一二十个人的训练，然后要经过你们的训练，还是你们核定的单位才能训练？没有那个单位要去那边训练，因为那边什么没有人太少，费用太高，成本高。所以没有人要去训练啊，所以你们这个跟永远没办法符合当地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原乡地区跟偏乡地区很需要的就是更弹性的，能够在地方由地方团体来开办，有需要的用人单位自己开办。那这个钱你们又不出，然后地方还要去，地方政府还要去另外筹钱，这个就是一时现在很混乱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现在要看你们现在预算其实执行的很好哈，所以大概都八九成左右了哈。可是并不代表你们真的有效用，因为过去你们训练了11万的照顾服务员，可是我扣掉医院的12000，那12000根本是虚的哈，只剩下20000多人哈，你只有21%左右在就业而已，80%左右都在流失，都流失掉了。所以你应该要检讨的是你的训练出了什么问题，训完了没有就业，或是没有进入职场，好，都是流失掉了，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大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未来长照的人力一样还是缺工，还是缺工，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希望我们一并来检视，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训练是不是能归到地方。我去下一个，我有7个建议，来。好，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让地方来做这样的相关的一个训练，就回到地方训练，因为只有地方最清楚他的需求，而且机动性高哈。那第二个是说，当然要申请单位必须自己有训练的这个场所，好，结合当地的日照或是居服或是机构哈，或是医院来做训练啊。那第三个是说，申请单位尽量能够是自用自训。好，那他训完之后要有一些承诺可以自己聘用，好，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哈。那再来就是针对我们相关的单位，就由地方来交给地方来做承转。其实我知道你们很痛苦了哈，因为当时被立法院这样要求之后，自己来承接这个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啊，地方也非常痛苦，因为他们自己还要都跟没有管理管辖权，全部都是你们在核定的团体啊去训练。然后还有个问题是，很多单位就集中在某个时候训，为什么？你钱下来了，他5、6月是刚好是训练期最满的时候。然后就没了。你知道单位现地方的团体或者单位需要用人的时候，他要把人送去派训，没有开班，好，所以这个不是你们可以掌控的，应该是由地方能够分散这个训练的课程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所有的课程全部都集中在某一个时段训练，因为这个训练会让单位或是用人单位根本来不及用人，好，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应该更有弹性的一些做法了哈。那另外就是避免我们也在质疑说，到底有没有学员是重复在报名上课的？好，因为我们有一些针对中高龄或失业的人口是有一些补助的，好，它会不会造成很多人重复的报名上课？哈，那另外就是相关的这个训练的名册，哈，有没有透过相关的就业系统来提供不定时的这个资讯？好，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七个是未来在整个要让整个照顾服务人力哈能够因应未来的照顾需求非常重要的一些环节了哈。那我觉得劳动部要动起来，不能说这是卫福部的事，因为这个训练是在你们手上。我不知道现在署长或部长对于我这样七个建议，包括这七个建议啊，非常完整了。我想我们未来在办理这样子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按照这样来规划。是要做到哦，不然我觉得在整个长照 2.0 里面，我觉得我们卫福部要往前冲，可是劳动部这边我看不到动作，你们真的，我们训练是现在一年大概训练6000个人，是一定会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了。所以，但是我想在未来，如果根据不同的需求，我们会跟卫福部来密切的联系啊，我绝对会动起来的。部长，你都常常说要达成目标就是数量而已。
但是我要的不是素质量都并重，质量都并重。训练完之后怎么留在这个领域工作，这才是我们工我们训练的目的。是好，如果你只训练六千人啊，留下来六百个人，这个有意义吗？好，双方面两方面都要去兼顾了。所以他的训练发生了一些问题。好，那我们才会希望你回到地方，由地方来主责，那由地方来筛选服务的训练单位，那训练单位最好是服务单位，因为这样训用合一，才能让我们的这个单位的用人哈更直接训了自己用，那个才是更实际的啊。那另外还是希望劳动部这边哈，不只是在训练照护员训练之外哈，其实照护员还有相关的一些议题，你也可能要来关注哈，包括我们照护员的职业尊严哈，还有照护员的职业病的认定，我们最近也有一些申诉的案件啊，因为这个爆啊哈拉伤的啊哈，这个职业的一个认定哈，你们一直不认定是职业病哈，那还有照护员职业场所的安全哈，我想这部分我们也要从辅具方面来加强跟卫福部的合作，让我们的照护员在工作的执行过程中哈，避免伤害哈，我想这部分都是应该未来劳动部跟卫福部有更多要互相合作跟讨论的部分哈，不是各管各的，我很讨厌你们各部会都只做自己的哈啊，不管别人的一个这个业务哈，我们应该一起，尤其在长照2.0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我们希望大家两个好，应该三个部会哈，应该同心协力一起把这样的一个人力的培育啊，能够把它推动出来。是，包委员，我们跟这几个部会的联系毫无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会加强这样子横向的联系啊，希望把这事情做好。好，希望是哈，我们会继续来盯这个议题。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宜明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郭部长。请部长。部长。邱委员长，早，早。好，经历了上礼拜的这样子的质询了哈，我们的那个一例一休了哈，终于是有一读通过嘛哈，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啦。本席其实是蛮遗憾的啦，因为在上周的我们的那个审查法案的时候呢，行政院对于这个特修，我们的这个特修的这条里面都没有提出你们的版本了哈，那理由我已经报告过了，我知道你报告的你就是不尊重我们嘛，你就是说等到送到院会做党团协商的时候，你才要亮出底牌嘛哈。然后柯建铭柯总召说他那边有你的版本，我们国民党的就是没有你的版本，没有，那时代力量跟你要你也不给，我们在野党都不给，然后你就说等党团协商你才要给，我以为你可能听错了，等我们参加公献是。柯总召说他那里有八个委员的版本，没有我们的版本，我们没有版本的、啊，所以你们是没有版本，到现在都没有版本、啊。我特修，我们特修的条款讨论过，但是那不叫版本，是因为我们蔡总统一直跟你讲说，哦，劳工是心理他最他。最柔软的那一块哈，不晓得是肉还是柿子了哈，到底是柿子捡软的吃还是要干嘛？忘灾了哈啊！可是你们都没有体察上意啊，那他又希望青年的这个要在特休方面去补偿他们，我们也提出一些版本，可是你就是不体察上意，不会给他一个版本、啊。我说体制上我们必须要经过院会才能叫一个版本。不要紧啦，我们现在看你的版本了哈。好，那接下来我看一下哈，因为在上礼拜五哈。那个其实有高雄的几个，那个有他们的理事长带队哈，是幼儿园的哈业者来跟本席陈情啦。他们觉得就是说，劳动部下一章你们的这个劳检的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啦，而且不符合比例原则。他们就是只是 Excel 档划掉了，结果就那个只是欠300多块钱，结果被罚了40000呐，哈。被罚了40000，而另外一家呢，在凤山的幼儿园，他说也是一样来检查，然后呢就被罚了20000了哈，所以他就是觉得说，像这种事情，初犯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提改正方案，然后就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或者可以提到让他们申诉，反正就是都是。他们甚至还有劳检员还讲说，你如果不乖乖的缴钱的话，将来你就是他们一发动劳检，你会更受不了。请问这些劳检员，他们都是符合资格的吗？是啊，包括
看到他们都是约聘的，对不对？我马上就请我们署长去跟高雄市政府联系啊，去了解哈。我请他来跟你报告一下吧，了解一下经过。跟委员报告一下啊，那那上次那个委员所反映的大概是高雄市对于劳检这一块了。对。那刚刚委员所垂询说，这个劳检员是不是符合资格哈？基本上劳动检查员他有两类型，一个是正式公务员员是人员，那个经过高考的那没有。对。可是大部分都不是这一类的。那劳条部分增加了这个325个人啊，他是聘用人员。聘用人员。聘用人员我们也定了这个聘用人员禁用的这些条件，大部分都是法律。或者是所以显然他们受训就是还不够，所以态度上面，这个也许我们，所以你们会去做一些督导的动作，会，我们每年度都有回流训练。那你们有 SOP 吗？为什么这种只是少算了15块钱，或少算380块钱，就分别被罚了2万跟4万块？这有符合比例原则吗？有一些大企业，你们罚也是4万，然后一个小的幼儿园罚的也是罚4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跟委员报告一下，不是罚，是应该是2到5倍嘛？为什么都是罚5倍？哦，没有，都是最高的倍数。现在问题是出在这个劳基法的罚则了哈。罚则它本来在这个地方就比较从严一点，那大概就是最初犯也是从严，哎，对，累犯也是从严，所以就是你们说了算。没有，因为在行政法上，所以我建议你们要有个 SOP 出来，好不好？好。而且好像你们都从来没有什么初犯跟累犯，都好像你们反正 SOP 都一样，一视同仁哈，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对于很多的那个企业主来讲，他们现在就很担心啊，将来如果一例一休再过了之后，什么加班哦，头两小时是1.34倍。然后之后呢是1.67倍，哇啊，这些剩个讨论魂体啊，然后只是少算了几块钱就要被你罚2万4万的，这样放大，我想将来可能很多的企业都会，很多的小中小型企业都会受不了这样子的劳检哦。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劳基法那个裁量基准啊，地方政府都有去定了哈，都按照他的这违反的次数部分可以再检讨改善吗？再检讨一下。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救治劳退的提拨哈，我们的劳退的救治其实修正案是去年上路的哈，而且规范雇主必须要在年底之前哈要检视符合退休资格的劳工，那在今年3月以前要补足劳工退休金的这个差额，否则就要处罚嘛。那请问一下，目前我们全国有多少间的企业不愿把这个东西把它提拨出来？你们有去调查多少家？报告一下。报告委员，我们全部有12万家，现在已经提出已经有11万家，对，只剩下9700多家。9700多家的企业，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是不愿意把属于劳工的退休金还给他们嘛，对不对？其中也有很多是大的企业嘛，哈，那这个你名单可以公布吗？我们现在有财阀的有公布，财阀的才几家？你们财阀有27家啊？财阀有27家，27家嘛，对，27家。那其中新北市就罚了9家嘛，台北市也有8家嘛，对。高雄呢，我们也有遭罚18万的嘛，其他都是先罚9万嘛，是，就27家。那其他的为什么还不财阀？其他因为县市政府他们有一些是他。规模比较小，那他有一些他可能需要做些，所以是不是可以符合比例原则？你们大企业先开始，不要那个都是打苍蝇哈，不打老虎。没错，现在剩下其实都是90%都是。好，那本席在这边已经有咨询过了哈，请你们记得你们的 SOP， 你们的优先顺序好不好？ Okay, 好，下一张。我们蔡总统说啊，他说青年应该可以先工作再升学了。刚刚其实燕秀委员也有咨询到这个，这样子的政策对于有些高职的学生，他们不想再开就是在希望能够先就业，尤其是不晓得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的，他们可能可以先就业，然后再去念大学哈。换句话说，就是你可以先了解兴趣，再去升学。可是这样子，就像燕秀讲的，也会造成我们一些私立的或者是国立的大专院校，现在都已经少子化，都已经学生的人高中毕业生的人数都一直在锐减哈，那会可能会造成一些倒闭早了啊。不管怎样，
其实这样子的政策当初利益是良好的，所以有你们有一个哦，下一章你们有一个叫做什么青年的就业领航计划。可是我看你们网站也有一个青年的就业旗舰计划，这两个计划有什么不同？哦，不一样，都不一样，来说明。来。报告委员，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是配合先就业再升学的计划去做规划的。对，那一如刚刚委员所提到，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年轻人他们先了解自己的性向或意愿。你们要找5000个嘛，对不对？是。然后然后你们跟教育部也有配合嘛，对不对？是。你们编了1亿2500万，是不是在今年的预算里面？今年总共对学生的部分是1亿2500万，但是那个也有补助雇主，因为他有头下去指导这些学生，所以我们总共是编了2亿5000万的预算。那教育部那边是不是也有编？他们有相对，他们也是有他们编他们的预算。教育部的部分是编1亿2500万。所以你们这个是两个部会，但是是由劳动部来主导，是这样子吗？是教育部主导。教育部主导的计划，那但是这个就业的部分，很多的这些企业主、雇主都是劳动部比较能够掌握，不是吗？就业的部分是我们在负责，就是我们去找出那个优质的职缺。对，那么第二个就是找到以后，我们就跟学生来媒合。好，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负责的。好，下一章。但是在这个部分呢，我要请教一下部长哈，要学生其实这些是到底是高中职生还是高职生？因为高中职生不主要，可能高职会比较多一点。那你们怎么去分配这个原则？因为有现在根据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其实103学年度的高中职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概况调查报告里面，我们知道说，其实该年度未升学未就业的，其实有14306名的毕业生。那其中扣掉了入伍当兵的5000多位，跟补习自修的3000多位，需要工作没有找到工作有3352人，占了23%呢。那这个可能是你们主要的希望能够辅导的对象了。可是呢，可能也有很多其实本来是要升学的，就是在他这个调查里面，就可能有8万多名其实高中职生他升学，可是。不止8万多名，10几万，因为高职就有8万多名，然后高中生可能有10万多名，所以有10几万的生原来要升学的，这里面可能因为被这个计划所吸引，他只要能够就是先就业的话，好，经过这3年之后，他去念大学的时候，你们就会给他48万嘛，对不对？你们会给他48万？36了，36万，对，三年，一年。10000块、一个月10000块嘛，所以36万，对对，会给36万，也是不无小补了。其实对这个可能学贷，他们未来就不需要学贷了。是啊，对，其实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呐、所以可能有蛮多这个比较贫苦的家庭的小孩，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是先去就业，然后他再升学，所以也可能有蛮多本来想要念大学的，就会先走这条路了。是，那你们怎么去 balance 这个情况？怎么去平衡？就是说，有些是刚刚讲的这个，也有3352个103学年度，但是另外有一些可能原来是要升学，他也想要来争取。这5000个名额，你们将来怎么去做分配？我们都不会排斥说是到底什么类，不过职缺会先确定下来，优质的职缺，这个职缺要考虑到这个北中南地域性啊，还要考虑到产业别，所以这些出来之后，我们到学校里面去先打。我就是要问这个，所以你的产业你怎么定呢？因为毕竟来讲，目前大概相关的部会哈、都在找，譬如说经济部、农委会，然后科技部啦，这些都是文化部适合我们高中毕业生、对对对，高职毕业生对现在我们需要的这些产业啊，去做一些规划。那你明年就要上路了，现在有多？你们预计要找多少职缺去做这个媒合？就是5000个，怎么可能这样子做？因为这个 matching system 你都没有一些伸缩弹性。你怎么知道说你可能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想要申请的学生如果有10000人来讲，你的职缺当然你缺当然要多一点呐、要做 matching 的 system 的时候，你不能够就是找5000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来做，更不要讲说目标是5000个了、这个跟学生他们的兴趣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媒合就很重要了，变成是一个大漏特专案了，好像是在。好，然后申请，你这个很复杂的状况因为还包括你们要求说申请要先提一个1到3年、2到5年的一个什么计划，
还要学生自己提就业计划。那学生要提这个计划 matching 啊，然后这个是不是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一块啊？哎，这个，我想很多的学生家长其实现在已经很关心这件事情。向委员报告，实际上这个计划是跨部会的合作。对，那前面高中职毕业生就由教育部他们那劳动部配合去做计划的一个宣导，让学生跟他的家长知道有这个计划。对，那他们思考过之后，如果他们觉得要参加这个计划的话，后端刚刚我们部长有提到有关于职缺的部分，当然是优质职缺。是，那但是我希望这些职缺你们必须要多一点，好不好？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去媒合，才能够媒合嘛。因为这边不管是传统的技艺啦、农业啦、文创啦，甚至商业，甚至五加二啊，五加二的部分，亚洲矽谷。我想都是绿能产业，应该要 会比五千多一点。这个现在目前各部会大概已经提供了6000多个他们去那个上班之后，他们了解自己的兴趣，将来再回去念书，当然就能够更学以致用嘛，哈。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了，也希望说在这个计划呢，不要变成个鸡肋的计划，哈，就是什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哈。而且可能你要多看看人家台少盟他们在做这种逆风计划是怎么样去做媒合，甚至是这个夜师的选择，其实选拔非常的重要，尤其是18岁的高中职毕业生，他要进入职场，他可能在整个的这个他的这个 mentality， 他的整个的心态上面都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在怎么管理、怎么带领他们，好能够进入职场，甚至不会去被剥削，甚至被性侵。我想在很多状况下不要有个反作用，因为你第一年如果没有办好，其实后面就不要讲了，因为这个高中职的尤其家长是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个东西，所以本席在这边真的是希望说这件计划不是说教育部在主导，你们其实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在整个的雇主在这整个的那个职场方面，甚至你们怎么样能够协助，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请劳动部要通盘检讨了，尤其是补足这个劳退救治的退休金的这个部分，不要让劳工的这个血汗养老金沦为恶职的这个雇主他们心中的那一块了。那另外呢，就是就这个青年就业的领航计划，也希望那个我们劳动部能够多加强，是没问题，谢谢，谢谢部长，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蒋万安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是不是请郭部长？请部长。江委员长，部长好。上星期我们委员会这个审查劳基法相关的修法，那我想一些比较争议的条文，最后也通过表决出了委员会。那接下来进入政党协商，是。但我还是希望劳动部能够基于专业的立场，以及站在劳工的立场能够提出一些照顾劳工的看法，至少在党团协商的政党协商的时候还是不希望这些有侵害劳工的这些法条最后进到院会进入表决。我想这是大部分劳工的心声了。当然我想针对上星期这些劳基法修法关于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够改善过劳的问题，降低劳工的工时。那基于这个大前提之下，我还是要请教部长之前从上会期开始，我一直很注意关于劳动检查人力不足的问题。那之前我也提过临时提案那劳动条件检查的人力的问题一直没有补足，所以未来不管是这个怎么样落实周休二日到底怎么确保劳工朋友在加班的时候出勤时休息出勤确实能够领到加班费，或是确实领到足额的这个加班费，我想劳动检查人力非常的重要。到今年五月啦，我之前提的临时提案讲到我们分为两部分嘛，安全卫生检查人力以及劳动条件检查人力，是这两部分一直都没有补足我想还是请教最新目前的状况
到底我们关注的劳动条件检查人力到底补足了没？至少今年我们预算的员额325名，好，现在我们到底多少名？289，五月份是286。当时我请教部长说，到底能不能尽快补足？部长你说会，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补足到325名。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劳动条件的检查的这个负担只会越来越重。部长，你在6月份的时候就宣布，哦，未来搭配周休二日的实施上路，你们要加强劳动检查，会将现有的劳检员从700名增加到1000名。很有趣哦，部长，这1000名里面，到底劳动条件检查人力，哦，区分嘛，一个是安全卫生劳动检查人力，这1000名，你们预估劳动条件检查人力有多少？目前来讲，目前760几位里面有325位是劳动条件。刚才我也提到，为什么是289，是因为中间有一些是进行中的，就是离退，然后对部长，你每一次都说哦进进出出哈，所以一直没办法补足。手续当中，总不是永远没有是借口啊，部长。325位的，我跟委员报告说，325那个员额是已经争取到的，那现在我们要继续争取，从760几位到1000个。部长不只是继续争取，你已经对外宣布你要再增加到1000名啊。对，部长是就是请教你1000名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我们现在已经递了一个计划到人事总处啊。那好，这一两个礼拜我们要去跟他协商。对，你们计划是什么时候增加到1000名？我们希望本来说这次我们就可以把它补足，他什么时候给我们就可以这一次？所以你就是希望没办法补足，希望在下年度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但是要看协商的结果了。部长，所以你们计划是什么时候增加到1000名吗？你已经对外说了你要增加到1000名。对，我们的计划是希望明年度开始就可以到。明年度是什么时候？就看如果元月份可以开始的话，元月份是好。所以到时候我再来质询部长。不，这不是在我们这里，是我要跟人事总处去争取，希望他们能够点头，能够同意。不，部长你是劳动部主管单位啊，你定了这个计划，原额是在总处啊。对，那你们要积极争取啊！有，我们计划好，我到时候我们再来检视哈，部长。谢谢。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争取到1000名的劳检员啊，我想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去跟人事总处在沟通的时候，会把委员的期待跟他们讲说，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答应我们。哦，部长，你不要把这责任推到我身上。不是，我说是希望能够帮我们一点忙了。但是责任部长要有责任在我们身上，肩膀一肩扛起啊。部长，你是劳会部的首长了，一定会据理力争，一定会希望他们能够同意我们。我们明年元月份来看啊，部长，我希望能够达到你当初承诺的1000名。我一定会尽量全力去争取。好，我想接下来哦，上个星期我们在审很多法案，但我一再质疑的对于特休假的制度哦，劳动部也一直说会来检讨，好，也会积极的研拟提出一个版本，所以部长。到底什么时候劳动部的特休假制度检讨的版本会出来？我记得上礼拜这个在这里我们在审查的时候，这个总召有讲说，我们的意见会跟党团的意见会并在一起，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就会提出版本出来。部长，你是听总召吗？还是不是？我们是最后就因为朝野协商的对象是党团对党团嘛，所以我们的意见会综合进去以后，一定会提出一个版本出来。所以党团协商的时候会提出版本。是。好。所以我想，那部长您目前了不了解现在目前研拟的方向，劳动部提出的版本？我们是广泛的都会去做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叫我们去参与协商或提供资料。不过有开始在研究嘛，对不对？我们一直都在研究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好，那对于目前特休假到底有没有增加特休假的日数？我上次在这里报告说，我们的三个基本的态度是：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照顾之前的进入职场的劳工；第二，我觉得应该要增加，至于增加多少，看协商的结果；第三个，我认为是一定要看得到、吃得到，这是我们基本态度啊。好，所以的确，第一个哦，照顾年轻的这些初入职场的劳工朋友，所以我在我的修法里面啊、哦、提到，未来希望能够哦。进入工作满6个月就可以有一定的累积一定的特休假日数。好，那我想无论如何大家讨论很多，
大部分都是朝向增加特休假的日数啊这个方向。第二部分啊，我想也是重点，怎么样解决现在看得到吃不到？好，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规定累积一定工作年资会有一定的特休假日数。好，那未来如果实务上的情形，劳资双方目前来协议嘛，对不对？比如说劳工朋友提出说我要休，跟老板说我已经累积了七天的特休假，比如我下个月我想要休五天的特休假，但是目前实务状况是劳资双方协议。好，合议的情形。可如果协议不成，怎么办？实务上的做法是如何？好像以目前实务上是各一半，是不是？哎，市长说明一下比较清楚的。跟委员报告，原则上那个特别休假的日期，哈，是由劳资双方去协商。那刚如果正如刚委员提到，如果劳资双方在协商没有办法排定的话，是由劳资双方各排一半的日期去制定。所以司长这是根据一个函释，对不对？对，这是在76年的一个函释，4月11号的函释。可是司长，你觉得这样合理吗？因为在协议不成，由资方跟劳工各决定一半特休的日期。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大家也担心说特休看得到吃不到哈，那我们也在检视所有的一个历年，因为毕竟也这么多年哈，所有的相关的函释，在确保劳工的权益的前提之下，我们会把所有的函释再重新再做检讨，再加强保障。哎，司长，其实在实务已经有法院的判决啊，并不采纳这个函释的见解啊，他们认为特休假就是劳工法定的权益，所以基本上如果劳资双方协议不成，不应该由雇主跟劳工各自决定一半，这根本是照顾劳工，给予劳工法定的一个权益。所以这部分我希望劳工部未来对于这个函释要来检讨。而且我提的修法版本，我认为未来关于特休假，劳资双方如果协议不成，应该以劳工指定的日期为准，但是当然有例外的情形，所以我在我的修法里面提到，如果企业他在营运有急迫上的需要，或者以及对劳工显无不利的情形，不在此限。也就是说，这两种例外情形可以由老板再说，我再另行帮你安排其他时间来休特休。所以对于这一部分，部长，你支不支持？是。包委员，我想这个所有各提案的内容，其实都有他的看法啊，所以我想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大家可以来通盘的来考量，那一起来讨论。我这个方向支不支持吗？我们原来考虑的是说，在这个函释里面去考虑了。不过如果要修法的话，可能大家就要可能要更仔细的来看看怎么样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特休假制度看得到吃不到的问题嘛。那现在如果劳资双方协议不成，当然是以劳工的指定的日期为准。例外的情形，我刚刚谈到除非企业营运上有急迫性，可能有急单来可能有这样的需求。另外如果我拒绝劳工告诉你，如果是没有不利，如果劳工跟我请特休是说因为家属要开刀，小朋友要动手术，当然如果我这样拒绝会对劳工造成不利，那当然就不得拒绝例外情形才可以。另外我想请教部长，关于特休制度每一年度终了每一年来检讨一次累计的特休假日数，以及或者是劳工他可能契约终止之后离开这个岗位，可他之前所累计的特休假日数目前我们是可以换成工资，但是可以换工资的要件是什么？原则上在施行细则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在年度终了的时候，特别休假没有休完的，那当然是雇主要给付那个特别休假的日期的工资这部分。那当然委员在关心的时候如果劳工是放弃他的特别休假，他抛弃他特别休假的权利，那当然没有办法，雇主就是不可归责。好，我想司长可能你前面没有说得很清楚现在的规定实务上的做法并不是说如果劳工没有请到特休假
就当然可以换工资哦。必须要劳工来举证，可以归责雇主的情形哦，才可以换工资。所以在实务上会造成什么？劳工他在举证的时候，他是属于比较弱势，他怎么可能比较很难哦，能够收集到相关的证据，负担举证责任？他也基于哦，到法院告雇主的话，旷日费时，他基本上哦很难哦负担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所以未来我提的修法，我希望举证责任导致由雇主来负担举证责任哦。如果未来劳工他要请特休哦，然后呢，他如果没有办法，这个基本上没有修到，没有修完，原则上让他可以换成工资。好，例外情形，雇主除非雇主可以举证，可以归责劳工的情形。举例来讲，如果我已经告诉你劳工说你可以请特休，但是你已经明确表示我不休，哦，是可以归责于劳工的情形，才让他哦没办法换工资。我想将这个举证责任的导致的情形，对于劳工权益，尤其他在请特休假的这个权利上面更有保障。好，部长，你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对，原则上，我们就为了这个构想，我们支持。好，部长支持。特别情况之外，一般的情况之下，应该是我觉得应该让雇主来举证。好，谢谢部长。最后哦，我还抱歉，我耽误一点时间，我想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在今天最主要谈要降低工时，改善过劳。好，那目前啊，我们劳工朋友加班，好，根据劳基法24条，延长工时可以领取加班费。但如果今天劳工朋友他加班以后，他其实想要休息，他可不可以选择？好，如果他今天跟老板说，哦，我不想领取加班费，我跟你换下一个星期或是下个月换补休，可不可以？可以啊。跟委员报告，的确啊，在法定上是科雇主一定要给加班费。那刚刚提到，如果劳工他不领加班费，他要换取补休，这个主动权是在劳工，劳工可以提出来。是。好，所以目前啊，我不知道部长知不知道，实务上啊，实务上其实碰到很多的问题啊，例如现在我们加班啊，大家都知道前两个小时1.34啊，之后两个小时1.67啊，可是如果今天我加班一个小时，我可以补休啊，一个小时换补休一个小时，问题是我加班费是1.34啊。好，未来如果加班四个小时，前两个小时1.34，后两个小时1.66，我有办法照比例上面来换补休吗？嗯，原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哈，跟构想，本来也是送到这个我们立法院来了，哎，到行政院吧。后来因为届期不续审哈，那这个我看我们会列入下一次修法的一个检讨当中。好，我想这个目前实务上碰到的一个困境哦，因为第二个碰到实务上的问题是，哦，雇主其实哦，他会要求劳工选择补休，哦，为什么会造成双重剥削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让你选择补休，可是实际上我用各种方式让你休不完，哦，休不到这样的一个补休，而且劳工朋友还领不到加班费，哦，这是双重剥削的情形。而且啊，实际上很多我的朋友，我的民众，哦，跟我反映，表面上是用劳资来合议，让劳工来选择加班费或是补休，但实际上啊，很多的人资单位他是透过明示或暗示的告诉你要你补休，或者是在电脑系统上面你在选择设定的时候你只能勾选补休。所以这一部分啊，实务上的情形，我不知道部长、司长有没有认知到，有没有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有，的确，在这个事业单位在这人事管理方面的一个处理啦。那当然，我们也接受过劳工朋友的一个申诉。那在这样的话，透过检查的部分，也相关的检查技巧，我们也会就劳工的权益的保障予以加强。是这样。所以我这边啊，想请教部长，刚刚您听到这个原本啊，其实有在检讨
啊，这个补休的制度啊。那我想未来第一个，我们让劳工可以自由选择，啊，他到底是可以领取加班费，或是未来可以换补休。啊，第二个，补休的比例啊，要比照加班费的比例。啊，因为现在一个小时，啊，加班是 1.34。好，未来可是实务上现在只能换一个小时，我想未来应该要来检讨，做适度的调整。好，第三个，好，补休，好，未来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好，要求雇主一定要让劳工休到，而且休完，如果这期限内没有休完或没有休到的情形，毫无条件，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让他换成加班费。我想这三点，部长支不支持？不，三个，这三个方向哈，我想一个选择，一个是比例，一个是期间哈。这个我们未来在检讨的时候，我想我们朝这个方向来检讨。所以基本上劳动部的立场是赞成嘛？对，我们会朝这个方面来检讨。好，谢谢，谢谢部长。不好意思哦，我请示一下，因为本来想说王委员问完再休息，那正常结束时间应该在10:30。我是说蒋委员。咨询的时间啊，因为超过6分钟了，所以我是不是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咨询？继续咨询。啊？没有，就问一下。好。那接下来请王玉明委员咨询。那个王委员咨询完以后，我们休息10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部长。王委员长，部长好，部长今天是有关于预算的质询哦，所以本席就要就预算来就教于你哦，因为本席看到这一次劳动部编列的预算，你们在这个第二大项里面业务推动及基本运作需求经费里面哦，其中直辖市的劳保欠费缴费专案补助经费，你们增加了9.3亿，但是同样在这个项下里面呢，这个。部长你自己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其实包括你们的这个国库补助劳工权益的基金少了500万，有关于人事费你们自己减列了4800万，其余的业务推动还有基本运作需求经费减列了6748万，本席就要就教于你哦，你大增的9.3亿。是不是补助哪一个直辖市？是不是补助就是高雄市？我想是高雄市哦。高雄市，我要请市长说明一下为什么增加那么多，好不好？好，来，市长，你好好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因为在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的现象吧？不是，因为明年开始费率哦往上调高，劳保费率调高0.5%，所以这整个费用也跟着上升。那光那个部分是多少钱？为什么只补助高雄市？欠费的。如果劳保整个调高。刚刚部长说是补助高雄市，那应该全部你都要补助啊。那欠费这个部分也是要考虑到了。那这个过去比例占多少？你说，你们要补贴高雄市，劳动部现在变得很有钱哦，自己砍自己的经费，然后去补贴高雄市。你们补贴高雄市补了多少钱？这9.3亿里面，哎，都没有做功课，今天是预算的审查哎。罗局长说明一下，那个欠费的，那个八委员是行政院，因为这是行政院都给的啦，就是那行政院要自己编钱啊，为什么叫你们劳动部出钱？他因为编在劳动部的底下，就是过去政府的欠费哦，北高两市的欠费，在97年，在101年，他们要负责的部分啦、台北市他有照涉及人口去补助欠费的一半啦。那高雄那边照涉及人口，他涉及人口非常少，所以补助的很少，所以现在就后来行政院今年决定就是说用同样的比例，就补助台北是10%，补助高雄是10%的比例啊，然后去补助他，所以明年就多了就9.3亿，就是要补助9.3亿都是给高雄市的，大部分嘛，台北市也有9.7，对，台北市也有吗？台北市为什么也会有？台北市本来就有了。就是他有一个对啊，还款计划。好，这个就是本来高雄很少，台北比较多。也不是很少比较多哈。我觉得应该还原事实哦。101年之前，你们自己制定的整个还款的标准是什么？你补助非涉及的，对不对？非涉及的50%嘛，这是你们的原则嘛，对不对？对。你有读后台北市吗？也没有啊。
如果是涉及的劳工，台北市要自行负担，不是吗？你们只补助非涉及的嘛，对不对？对，那时候行政院决定的啦。对啊，就是101年以前，你们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不一致嘛。对，因为那时候那个计算的方式哈，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台北市因为非涉及的比较多，比较少，所以计算起来就差很大，所以后来重新检讨以后，台北市的非涉及比较多吧？台北市的非涉及比较多。对啊。对对。但是非涉及你们。非涉及就是说，他只是来这边工作的人口比较多嘛。那台北市要帮他负担50%哦，对不对？你们只补助50%哦，所以基本上台北市的财政负担是比较多，所以补助比较多。他负担也比较多，你不要只讲补助啊。对，我们现在是转我们中央这里编列的预算要补助他是。对啊，那就台北市政府，你只补助他50%嘛，所以按道理来讲，他一个人口他自己还要自贴50%，不是吗？是嘛？但是对不对？高雄市因为少，所以他自己负担的更多。他少为什么自己负担？因为他非涉及的少啊。如果你单论就非涉及这个部分，他怎么会更多呢？你这个逻辑完全不通吧？那如果这样子，你们以前都还在劳动部上班呢、啊，你们这些人通通打屁股了。你们设定了一个不公平的标准是这样吗？非涉及。非涉及的补助50%，所以当然是按着他的人口嘛，一个一个算的嘛。那台北市人多，你只补助50%，当然你补助台北市多，但是相对的台北市政府，他要再另外出50%，帮这些非涉及的也多嘛。另外一个高雄市，他非涉及的人数少，你当然补助他少，他自行负担的也少，不是吗？他负担多，鲍委其实这样子啦，就说。以劳工，除非你们自己说你们以前那个标准是不合理的，合理或不合理。新北市也是这样子啊，你们新北市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他升格以后，你们是这样子啊？没有，新北市完全没有补助他，因为如果照涉及人口来的话，他反而是他的人啊，在新北市工作的很少，涉及新北市新北市都到台北市了，都来台北市，他非涉及也比较少嘛，而且他比较晚升格嘛，对不对？对，但是我跟委员报告说，其实从劳工行政的立场来讲啊，不会看涉及地的。因为劳工行政都是看你的工作所在地嘛，工作所在地 的地方政府就要负责你的各种劳工行政事务嘛。是啊，只是在台以前啊，所有的保费都是省市政府负担，中央都不负担啦。台北市就一直说他负担的太重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来这里，所以在上一次行政院就协调说，那我就补助你非涉及的人口嘛。那个时候是行政院核定。开会决定的啦，但是这样子，高雄觉得说，因为他会涉及的，他会涉及的，他只有10%，台北大概就是一半啊，50%，是啊，所以他被拿到的补助款非常少，所以他觉得对他不公平，所以行政院重新，所以局长，你刚刚讲的就非常清楚嘛，按照道理来讲，本来这个劳工保险事务，你地方政府就要负责嘛，对，对不对？对，那后来为什么多了中央补助这50%？就是因为台北市有大量的来自其他地方的非涉及人口嘛，所以后来才是由中央补助他50%嘛。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今天你们改变了这个做法，又通通变成21.9%，它的合理性又在哪里？这都说不通嘛。那今天真正的事实是什么？你认为这件事本来就该地方政府负起责任，地方政府有没有负起责任？这个表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表看得很清楚啊，高雄市为什么欠那么多？高雄市到现在欠的比台北市还多哎、欸。照你们刚刚的逻辑，台北市的人口才是比较多的吧？为什么人家台北市还比较快，他还比较慢？他很多他是涉及的人口，他光他涉及的人口，他有在交吗？他缴的比例非常低啊，这才是真正的实况吧？那你们现在？改朝换代之后，你们就很快的接受了一套新的说法，那就代表你以前的论述有问题啊！以前论述有没有问题？如果按照最原始的逻辑，我也承认啊，应该就地方政府扛起责任嘛。所以今天高雄市政府更没有道理去跟中央要21.9%这样子的一个钱啊，不是吗？最原始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嘛，中央跳下来多给这个非涉及的部分。多50%是觉得有这种流动人口来到这个县市工作，所以你也只补助非涉及嘛？涉及的人口是你中央要负担的吗？是或不是？不是吧？涉及人口是你们要负担的吗？不是吧？
不会，其实这个保费的负担哦，所以这个不用再讲了，市级都应该要负担的。台北市政府，我记得好像法院里面判决好像也是应该全部要负担的，当初是为了。那你们现在变成财神爷，你知道吗？你们劳动部现在变财神爷了，你们现在主动都负担了21.9%，去帮他清偿过去的。这不是我们，这是行政院出来协调的。那行政院自己编钱啊？对，为什么你们自己要苛刻自己，少了1.2亿呢？叫行政院主计长。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今天行政院有没有派人来的？这是行政院惹的祸啊！为什么要劳动部来扛？主计总出。叫你们徐庄瑶政务委员出来啊！我看这件事情都是他在负责啊。你们行政院自己另外编钱呢？为什么要我们劳动部这边自己在缩编他们相关的业务经费1.2亿呢？那个跟委员报告，行政院拿钱出来，行政院这么大方帮高雄市政府买单，你就把钱拿出来。对，因为我们对北高两市的协助，其实是基于说当时财化法的修正哦。那营业税从地方税，你这是公务预算，你在说什么？对对，我现在就是在讲为什么要对北高两市。你现在是用公务预算，你为什么不要用你的财化法？那边你去给呢？对对对，我现在这是公务预算哦。我们对他的补助是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你们就是便宜形式嘛，公平性之后只要高雄市长大声一点，你们中央其实就给嘛。什么叫同一个基础？我们是用跟北高同一个基础，就是按照这个欠这个应缴纳数的比例啊。那对北应缴纳数的比例，你又说谎了。应缴纳数的比例，台北市应缴为什么台北市是21.9%？他补助涉及的吗？还是都是非涉及的一半？原本是非涉及，你把答案讲清楚。我们现在是基于对台北市的补助金额不变的情况下，两者是中央的你的金额不变，你的条件是什么？你告诉我，就是应缴纳数的比例啊，中央补助它那个的比例的背后是什么结构嘛？是不是非涉及的50%嘛？是或不是嘛？现在不是，但是因为那时候是考量到因为我跟委员报告是说，我们对地方的协助是基于财政不足的协助，那因为他们这两个地方政府当时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因为他们的涉及跟非涉及的结构比例不同，那造成对他们财政的这个补助的金额负担会差异太大。你刚刚都没有听清楚，你现在从这个点来讲公平性是有问题的。刚刚劳动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本来这件事就是地方政府该负担的，对。那后来负担的特殊性是因为台北市有这么多非涉及的来工作嘛？那高雄市非涉及的也有啊，但他本来人口就少嘛，那但补助就少啊，是在这样的逻辑上啊。对，原来是。结果你们现在说北高的补助，我们通通要把它拉到都是21.9%，你们这个根本是说不通的，你知道吗？没有没有，我们你们可以说服自己吗？他是。你如果可以说服自己，行政院最大的私房钱就是统筹分配款，自己拿出来，你不要逼着各部会出来买单。你今天逼着这个是劳动部。没有，可是还有在那个预算配付额度的时候，你也要他们去买单这一块，所以有增加。主计处只会做这样的工作，就是开支票、人情都是你们做的，然后负担都是让各部会进来买单。没有，我们在配付额度的时候，其实是有考量这块额度有增加进去给劳动部。好，你增加给劳动部多少钱？就是、这9.3亿都是你贴进来的吗？你给劳动部实质增加多少？有考量是多少钱？你说，就是相关需要。那为什么劳动部自己还要再苛刻1.2亿减下来？那个各个简列的部分，是因为基于这个我们那你可不可以说明你给劳动部多少钱嘛？对，就是按照他们的需求给劳动部多少钱？这9.3亿都是你出的吗？我们有增加给他，有这个考量，有考量这个金额给他。你不要说考量，就是这个金额嘛。有给，本席会去对，有给。你要提供实质的数字哦，你们从哪一个方面给哦？就是这个部分，你说9.3亿，这里是国会哦，你说。行政院有多给劳动部这9.3亿是不是？有给，所以他们才有办法编得进去这个预算啊。如果没有给，他们就没办法。好，我想这件事情大家看得很清楚哦，就是行政院他绝对是便宜行事哦，就是换了过去他们的这个逻辑哦，他可以推翻，而且呢，他就回来，他就说啊，这个大家补助都一致，忽略了真正的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当时那个脉络跟缘由是什么？照道理来讲，这些钱都该地方自己出了。说坦白是这样子，那只有非涉及的问题需要解决而已。结果现在你们处理方式是，反正现在只要地方说我财政困难，你就变成中央买单。这就是完全执政我们看到的一个执政成果。我想大家可以在这方面持续来监督，因为光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新闻上面的这个行政院非常大方了，光这个部分呢送给了高雄市政府高达124亿。我们会持续监督，谢谢。
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在台北是头发党委那一块都不值得，是在新北市啊，或在桃园啊，或者在那里吧，你们相信一定有很大的感受。但是在台高雄市的工作的人呢，没有那么多人在外面，尤其是高雄来生活，有高雄这里都在一起，他在外面的人更少啊。说两倍的就补助的钱，又用不到设计，又差很多钱。所以现在重新就是用照台北市，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给他百分之二十一吧，他高雄是照二十一倍给他补助，不是用总共的钱再还给他，还总共的钱还给他。规则就是欠费的话，就是他本来好讲就讲不超过设计的，他也不用那个技术。他怀疑他，比如我是设计，都是要有的，因为那个条件就这样子啊。他们在，那就是当然是因为有那个大量的这些资料，要不就是这样，所以把这个条件结构知道。好，我们继续开会哦。接下来请钟孔绍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部长。请部长。钟委员好。好，部长。劳动部这个会期跟上个会期特别忙碌啊。大家对于相关的一例一休或者未来的周休日试涉到劳检。劳检的业务能力的一个增加，我看早上大家集中在问的大部分都是在未来的后续的一个劳动检查，怎么确保劳动的一个权益能够受到保障。因为早上刚刚有王委员也特别提到有关高雄市劳健保的部分哈，我想请一下劳保局，你们能不能针对高雄市对劳健保的部分，当时你认为1999年用那种非涉及的补助方式，而且只适用1989年到2001年的欠款，你认为合不合宜？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哈，从劳工行政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地方政府劳工局是要照顾在那里工作的人，跟涉及没有关系。你认为当时的补助的方式用非涉及部分，用这个方式来做补助款，符合公不公平，符合正义？其实，如果照法律来讲，都是地方政府要负担的，中央是不应该补助的啦。当时地方跟中央、院辖市、院辖市跟一般省辖市的补助款是不一致的嘛？对，是不一样的嘛？一个是9:1嘛，一个是各付一半嘛，对不对？对对。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补助款？补助台北市政府总共。从1989年到2003年，总共补助了412亿，对不对？对。给高雄市，给高雄市多少？
61亿，相差多少？351亿，对不对？对。你刚刚也特别提到，用非涉及 部分的话，当时马市长马总统当马市长的时候，他去法院提诉，法院败诉，不能用非涉及部分来做计算。但是他当总统之后，他要求行政院用非涉及部分来做补助款的，所以才会造成高雄市补助61亿，台北市补助421亿。刚刚也提到还款，台北市都还完了，我跟你讲，相差351亿，高雄市还款还了你们375亿，如果今天再加上差那个351亿差额，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用非涉及，应该是用他的劳动力的人口来做计算，劳工的工作场所地点来做算计才是公平的，对不对？对。所以当时非涉及的部分就错了嘛，对不对？台北市的非涉及部分占了58%，哎，用这个部分来做计算的话，当然对高雄市不公平啊！啊，今嘛不过是把无讲别个代志偷偷转来尔，这个叫做转型正义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比照高雄市比照台北市多补助351亿，高雄市总加起来还了375亿，再加350亿，是还了726亿耶。不包也啦，因为台北市的应缴不是啊，我是说如果用这个方式来算的话啦，你补助台北市421亿啊，补助高雄市才61亿，对啦，你讲人口差多少？台北市一个公司行号都设在这边，但是劳工的工作地点不在台北市，几大堆耶。国营事业的你去看，公司设在这边，他工作能力在哪里？啊，如果用这个方式来计算，怎么会对高雄市是公平的呢？用不公平的补助方式，现在把它导正回来，安尼那我们就高雄没有要求要增加，高雄要求的只是一个公平，只是一个公平两个字。这样有错吗？这样有错吗？如果要追溯到源头，为什么从101年七月份以后回归到中央，就是牵涉到中央统筹分配管，也是涉到高雄县市合并的时候，刚刚我提过，原来地方政府省辖市的高雄县负担比例是9:1，全部由中央来负担，地方不用负担，但是你县辖市要负担一半，对不对？但是合并之后，高雄县市合并之后，那101年到101年的一年半的时间，整个都高雄市要负担5%，50%哎，迄当时安尼对高雄市敢有公平？本来高雄县唔是唔免负担的呢，啊，但是你们后来的补助款也相差待遇也差了41亿啊！光那个100年到101年的七月份，你就相差了30几亿，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现在给高雄市哈，你知道吗？那时候给101年到103年相对的补助了，给台北市68亿啊，给高雄市多少？各位，1.9亿。卖光头前的351亿，后边遐出呢？你们今天都编的那9.3亿公务的预算，那也是行政院主计处高9.3亿。刚拨回来，那个也是增加了额度啦，没有在劳动部 A 奶的经费里面啦。我知道没有增加在劳动部，一点这个刀太多啊，给你噗噗的呀。他为什么不把源头讲出来？可以拿法律判决判书理由作为补助要件，
在座的媒体记者，这个公平吗？用法院判诉败诉的理由作为补助要件，哪能被换语被冲上？这个如果法律追诉的话，你们公务人员有没有刑事责任？台北市长期占了政治跟经济的优势，因为我自己来自高雄，我不得不替高雄说句话。我虽然是不分区，人不能忘本，用这种方式，用政治斗争的方式，这个今天不是，本来不是我今天要来咨询你们的议题，我只是刚刚在底下听了，我越听越愤慨。刚刚王委员也特别提到，就事论事，依法行政，要追溯，追溯到之前，法律判决的败诉可以作为补助的要件。这个责任谁要承担？这个责任谁要负责？高雄市不追究，高雄市追求的是一个公平。补助差异差了351亿，有这种补助的方式吗？这个不过是要求中央权力跟义务的一个平衡，用公平同额的补助方式，台湾才会进步了。吴峰，你要不要？你要做说明吗？还是你要回座了？我的气话也讲完了。从公平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在后来协商的过程里面，大家也认为用相同的补助比例会比原来的用非涉及的比例来的公平，所以这个案子后来才会这样子的定案。那表示以前错了嘛？现在不过是追求这把一个公平性追回来而已。啊，呜呜，你请坐吧，也不要为难你啊。如果真的在追究的话，大家都有，大家拢来改换你啊。不好意思，我提醒一下你们，询问就是说同意不同意、赞不赞成，你们不要光点头，因为我们这个还有录音哦。好，谢谢。大概是我这个会起来讲话最大声的一次，所以这次录音不用再问我说我刚刚讲的话有没有清楚了、啊，这一次非常清楚了、啊。好。今天要审预算了，我回到预算的一个审查里面，因为大家特别也提到，其实我们陈云陈昭伟也对于劳动能力的一个问题哦，他也特别关心哦。现在是不是请传明？叫你传明比较亲切感了，比较代表我们比较熟悉，但是照 K 的时候还是要 K 啊。是。刚刚这么多委员问你，劳动检查大军一千位是怎么来的？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我们大概分为那个安全卫生跟这个劳动条件嘛。劳动条件我们争取要325个，那另外就是我们安全卫生有430，我知道，总共加起来现有的就你们的业务报告来的700多个月，762个。所以你们是刚刚一直讲说还签了200多个，那我现在问你，劳动检查员的资格，跟你现在的劳动条件的业聘人员的资格，
差别在哪里？它的业务性质，它的查属在哪里？因为目前来讲的话，那个劳动检查员他大概都是做那个职业安全卫生的部分嘛，所以他有很多职业安全卫生相关的这个专业啦，哈，专业。那所以劳动检查员是公务体系，公务一定要经过国家考试及格。基本上是对是。什么基本上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小那个约聘的，对。对嘛？聘用。所以约聘归约聘嘛。对对对。啊，劳动检查员的业务他可以检查什么？劳动检查员可以检查安全卫生跟劳动条件都可以。都可以。是。还有包括性平，还有包括劳保，是都可以。劳动法律。但是约聘人员只能够检查劳条。跟性平而已，对不对？是是，他不能检查安全卫生，安全卫生是，因为有所差异。是，因为劳动检查员他是具有公务人员资格，是，而且他也要经过国家的考试，是，他要经过取得劳检证，是，才能够做职业安全卫生的检查。是，包括劳动，所以你要讲清楚给其他的委员。我跟你讲，大家都搞不清楚你的劳动检查能力到底是包括什么。你如果讲清楚、说明白，人家就知道劳检，你们一直讲说劳检能力要增加，劳检能力增加到底是公务人员能力的增加，还是业评估人员的增加？业评估人员能力的编列的预算，从来不在你们的公务预算里面，都是从就业安定基金里面来支应，对不对？是，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朝向是能够尽量争取这个正式的公务人员的这个员额。所以你们要增加正式的公务员了，然后你刚刚回话给洪慈庸洪委员是说，这些人力未来要有地方来支付这一笔钱，那到底这个员额到底是放到你们的劳动部的人力，还是在地方上的人力？接下来五都成立了各自有他的劳检处，相对的他的劳检人力。都是公务预算的一个编列啊，都是地方政府在编列啊。那你现在后续要争取的能力，你又说回到地方政府来编列预算，到底是你中央的劳检能力还是地方的劳检能力？都有，包括我们三个中心跟五都的检查机构，我们充实他这方面的正式员额的人力。正式员额是都是由你们来出钱。那高雄市的为什么你不出半毛？没有，我是说。那个检查机构跟我没有你，我现在在问你，你说有些人力是劳检，你们帮他处理，然后这些劳检公务人员的正式人力分配给地方的时候，由地方来支付，是啊，有一部分是由你们来支付。那高雄市的潘啊，台北市也马是潘啊，阿龙是各地的地方预算在编列公务预算。没有，我们三个中心的当然是编制在我们这边，我们会不是、啊、我中心的当然是你们了、啊，因为你们有。北区、中区、南区啊，这个我清楚啊。我那不清楚，我留你后遗啊。我自己在劳工局待了这么久。是。你增加的那些人力是要放到地方政府吗？检查机构。因为你回给，你刚刚回话给洪委员的时候是有我们的多的那个200多，有些是要给地方，但是地方由地方来支付预算，然后有部分是由你们来支付。你讲的有部分。是指分配到北区、中区、南区的时候，由你们来支付，对不对？是。我你嘛讲好清楚，你讲到一半呢，人下骹听到嘛，听到讲高雄市嘛无分到，台北市嘛无分到，新北市嘛无分到，即嘛台中市也要成立劳检处，人力也已经，那桃园也要，台南未来也要。那我再问你，这些人力都回归到五都的时候，你们的检查能力只能够设定在。非直辖市的部分喽，对不对？直辖市啦，非直辖市了啦，直辖市都自己处理了。我们的请问一下，台北市的劳检，你们北区有进去吗？有来，我们你们只是专案的时候去帮忙。是。另外一个就是监督考核的时候，对不对？是。其他的一般检查，你们有进场吗？没有啊。对，一般检查没有。对。对啊。所以你们相对的这些五都六都以后，大家通通都有劳检处，那你把那些的人力，你未来的规划怎么做处理？我们就是三个中心有一部分的人力嘛，那然后这个五都，然后协调一下台南市是不是尽量早一点成立这个检查机构啊？我们把这个人力啊，我现在不问你劳检，问台南要不要成立，现在就是你增加这些的人力之后的规划你要怎么去做处理嘛？就放在检查机构。我现在没有说你的能力不能增加、啊，你的经费不能增加，我并没有这样讲、啊。我只是说你增加这些的能力的时候，未来六都要自行处理。
你只能够处理那些屏东县、澎湖、台东、花莲、嘉义县、嘉义市、文林，是不是？但是我再问你，科学园区归谁管？科技部啊。科技部是，你也检查不到，对不对？目前授权。我只问你检查得到检查不到嘛？就是授权检查了，那必要的时候给科技部嘛。所以那些的科学园区如果有任何的劳动条件或者他的劳动权益相当受损的时候，他要找谁调解？他要找谁申诉？是找你劳动部还是科技部？目前是授权给他们，所以还所以授权给科技部，是，所以地方政府也察觉不到。就像我没办法，以前我在劳工局，我没办法到科学园区，我进不了。但很多弟兄，但很多劳工朋友，一直到劳工局检举，一直问我们劳工局为什么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很抱歉，科技园区归属于科技部，我没办法进场。我们这个都会去跟他。当经济部加工出口区，这些加工区、出口区的劳工朋友到我劳工局来申诉的时候，我也只能够说很抱歉，加工出口区不归我们高雄市管辖。请问，未来这些人力还归你劳动部管辖吗？我们是监督考核跟协调。我现在只问你说，当这些的能力，你为什么不去做整合啦？因为当大家一直问你，包括蒋委员也一直在问你，这些能力通通给你，你真的能够确保吗？不过委员，这是个大问题。科学园区里面这么多的科技人才也好，科技劳工朋友都在里面的时候，当他的劳动权益受损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劳动部，很多人想到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有去劳检，但是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这个不归你们管，不归地方政府的劳检处管，也不归你们中区劳检处，也不归你们北区劳检处，也不归你们南区分署，这个是科技部在管，科技部通通不管。加工出口区也是一样，当我要进场的时候，阿摩搞在，还有一个部分，他有禁用外劳，透过检查外劳的方式进场，才能够进到经济部加工出口区。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喊劳动人力检查不够，不够，不够，这个也不够，那个也不够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整合？造成地方政府有些劳工朋友也不清楚，造成误会，地方政府的劳动检查人到底要不要去？我现在再问你，劳动检查人有没有改善辅导期？两个法不一样，一个劳动条件，一个安全卫生。一个职业安全卫生法。职业安全卫生法有部分条文有，什么部分条文？36条写得很清楚，是有改善，有改善辅导期。你们的行政命令下去就不行。我今天再问你，当我路过这边很窄的时候，我觉得有妨碍我逃生的时候，是要立即开罚议会吗？还是要立即开罚立法院？我今麦给了，突然发生火灾，我要逃跑，我发现这太窄了，我没鬼，要立即改善，还是直接处罚？还是有辅导期。不过这个有涉及到消防法规了哈的两个法规，我们是员劳工在作业的时候，如果是在逃生的话，它涉及消防法规。消防法规，你们在劳动，你在职业安全卫生法来对去看到有危害工作之余，或者有危害妨碍，到底能不能改善辅导？你又说不能改善辅导，你刚刚回给一个委员的时候说没有改善辅导期了。到底有没有改善辅导局？没有。那刚刚委员问的是劳动条件啊。我没有问你劳动条件了，我问你的是治安法啦。对，我说刚刚委员，另外的委员问的。所以我才会跟你讲36条啦。是。36条。
劳动条件当然就没有，我还因为这样被检察官起诉嘞。当时你们劳动部直接给新闻给直接密文给调查局，南基组，你要我调那个公文给你们看吗？所有的条文吗？因为劳动条件是没有任何的改善期啊，法律的条文奠定没有任何的改善，但是劳基治安法来的有一个改善辅导局，违反劳动条件的话就直接开罚，对不对？是。你们当时回文给地方，所以刚刚陈一鸣陈委员在问你的时候，如果违反15块的话，是不是可以有个辅导改善的机会？但是劳动条件就是没有，你违反2块钱也要罚2万，就这么简单。有时候计算方式，你们有时候计算哦，1.33、1.34，到底用1.33、1.34？我相信陈委员也会在疑问你，到底您怎么用1.33、1.3？有时候那个计算数字一下子出勤记录、出勤时间计算、加班计算，差那几块，那你们要哪处理？主席先坐下一下了，刚刚讲完讲这么久，你都没有站起来。我有讲20分吗？22分。这么久了。好，拍谁啊？不是，主席，那你可以站起来了。我要跟部长、署长，当大家在讨论劳动条件怎么样去协助保护劳工的时候，你有些的相关的法令的一个规范，能不能更周详、更完善些？你不能用函式的、行政的。如果用这个方式，那为什么要法令的一个修正？该回到法律面就回到法律面。我在还没修正以前呢，这个先。不然，那必须要立即处理的，就先用这个方式。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法治。当然，最终要回到法治啊！法治有改善，如果劳动职业安全法36条是秘密写的，给你有的改善空间的时候，你们还是没有。你们用行政命令就把人家躲，所以我都要问你啊，秘书主任，秘书室的主任，主秘，我讲迄个事，我若较大块，我想袂过。因为你这么窄呀、啊，我想袂过啊！我就觉得有逃生之余的时候，你要不要开罚？还是让我改善？啊？啊，我也可以改善。环境卫生跟法则的条文，有些条文可以改善，有些条文不能改善。这个跟劳动条件无关啊，所以你要把劳动条件的规范。他的权责在哪里？劳检的权责在哪里？职业安全卫生法的权责在哪里？你们要讲清楚啊！现在是我询答时间呢。下午预算的时候，砍不清，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就砍了啊！那就砍了啊！那、啊、大家都会用，不然就是动协啊，请你们不然就做成主决议啊。大家两个人都站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刚才大概都已经都也简单的答复过委员了。包括我其实我很想问你的，包括洪志庸其实也问你，你们那个职业病的通报跟违法的，因为时间上我也没办法再做。其实啊，职业病的通报啊，包括有害物质的化学的输入量、使用量的库存量均应上网，但是你去看每一个县市政府的公告的网址、连结、规格，没有一个一样。有用 PDF 的，有用 XLS 的，有用 CVS 的线上资料库，也有用 HTML 的，有用 ODS 的，
劳动部是不是也该规划统一建制通报平台了？这已经讲了，上个会期我就跟你们提过了，到现在你们还是没有改。刚刚王志勇委员也同样提高，同样问你这个问题。刚才委员提到以后，我们条件是回去会研究一下，看怎么样把它统一。这个还要研究吗？是，没有的话，曼妮姐，预算就砍了。不，我们是希望能够统一做一个平台，而不是各县市政府自己去通报上网，然后大家在查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一个通报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机制，是应该全国做一个通报的铜牌机制啊。是。这样你对职业病的灾害的一个通报，或者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包括发生的地点、事业单位或者灾害或者伤害类型的病种，或者危害型暴露的这一个状况，包括他的伤病人数的。这些你们才有一个统一平台的一个规范啊，而不是。包括职业病是有吧？职业病应该是有。各地方政府条件是呢，刚才是没有，但职业病是有的。各地方政府才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平台，不然地方政府都各自各的了。所以这个回去我们马上处理这个。好。啊，我今天就先到这边了，谢谢啊，谢谢主席啊。接下来请陈曼丽委员。谢谢啊，谢谢郭部长，我看你都没有坐下去，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问题，没问题，是，陈委员好。是。今天因为是在审预算嘛，哈，所以我也看了一下那个里面的预算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个我们编列了2亿多元哈，来补助我们的职业工会还有渔会办理劳保业务的行政费哈。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补助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职业工会的话，他们也会找这个工会里面的成员收费啊，所以呢，替工会的人和渔会的人做一些服务，他本身他都有他的一些的规模，他会有他自己的规划。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劳动部这边要编列一个行政费用给他们呢？是包围他跟会员收的是这个会费，但是我们这里补贴他的是行政费的补助了。每一个人可是行政费就有2亿8000多万元吗？对，因为人很多，所以一个人用人头算的话，算10块钱就有这么多。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补助呢？10块钱他们难道不能够从他们的会费里面，他们就直接 cover 掉了吗？就因为他需要帮他办加退保啦等等这些东西，这是这个历史缘由，可不可以来由局长来说？好，麻烦说清楚一下为什么。当年健保开办的时候，民国84年，那么健保就他们就要求说，他们帮忙办健保，那么需要经费，尤其要帮忙办健署的，所以就健保局就给他每一个人25块，25块都行政事务费，那是健保，那劳保本来都没有，一直到91年的时候。那么他们提出来说，他们帮忙催欠费啦，等等很多的行政费用啦，哦。后来劳动部那时候的劳委会就定了一个办法，开始每一个人他必须达到几个条件，譬如说他要催收到93%以上的会的人数有收到，那收到的人就每个月我们补贴他10元。好，所以哈，其实哈，我长期来看哈，就是说，不管是职业工会还是渔会这边哈，长期它都有一些的弊端在里面了哈。就是说，它其实是这个资格，它你们去查它的那个投保的资格，还有投保的薪资，常常都会造假，然后常常都需要经过一个程序再给它变更，好，再给它更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业务你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就是说他加入到职业工会，但是呢他其实他并不健全，所以就让很多人会觉得有很多的弊端，甚至呢也是会被少数的派系所把持。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事情你们应该早就知道了吧？有，我们有在查，所以这里面也是个条件，就是说他如果新加保的人被我们查到有多少不合比例的话，也是那个补助费的条件之一，就会。可是你看一下他这边的不合格的比例哈，46%、39%、36%哈，然后呢更正的比例呢94%、98%、95%，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
就是他们其实是很多的弊端在里面吗？那我那是用电脑抓出来认为有问题的人，当然比例会很高啊。对啊，电脑抓出来都已经这样子了，那不包含电脑的话，不是就更可怕了吗？电脑抓没有抓到的，会设很多条件，所以这是从异常的人里面去查的结果，当然比例高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哈，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劳动部自己要再做一个好好的检讨，到底这样子的业务还需要不需要再继续哈？那2.8亿的这个经费哈，我是很有意见的啦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哈，就是说在今年10月呢，劳动部长也有说到，就是说4人以下公司的行号要纳入到劳工保险哈。我想这样的情形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职业工会的那个弊端能够把它取消掉哈。而且除了就是说把这个劳动弊端把它取消掉之外呢，其实我们也会减少我们的工堂，因为呢，如果说政府有补助，像职业工会的保险的话呢，我们就政府补助40%。那如果是说我们是纳入到公司行号里面去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的国家只要补助10%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应该让所有的该负担的单位他就要去做负担啊，该负担的人就去做负担，而不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钱大部分都是由政府这边来负担。所以如果劳动职业工会他那边的负担是要到40%的话，那然后就是说到公司的话，他只要国家负担10%，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状况的话，劳动部应该要支持就是4人以下公司行号劳工纳保。所以我想再听一下部长的立场和意见。那个，我先报告一下现状，然后再部长再说明一下那个政策哈。就说4人以下的单位，其实现在投保已经很多了，现在有29万多的单位，有65万人已经有投保了。那我们也试图说，那到底没有投保的有多少？我请我们都统计单位啊，根据我们国家的整个到底有。国家有多少个公司，然后等等来资料，然后去估的话，大概没有投保的人单位啊，大概将近大概10万左右。哦，好，我想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用在现场再解释，我只是想听一下部长的政策的方向。四人以下公司纳保是劳动部或是以前劳委会一直以来。我们的政策方向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我们就希望能够这样促成这样。对，因为他如果没有公司没有纳保的话，他就跑到职业工会去了嘛。对，还有甚至有其他的像职灾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影响到他的这个他的权益哈。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纳保，但是职业工会这边还是有很多他们的意见哈，所以沟通一直在进行当中哈。所以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沟通，我们希望看能不能找出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然后可以很顺利让4人以下。不过就是沟通很重要，我们接下来再。我希望在一个月内，你把一个相关的一些的状况的利弊的分析，把那个资料先提供给我，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也是要回到劳动检查哈。劳动检查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那个职安署今天早上几乎是很多的单位哈，很多的委员都是以这个为一个重点哈。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经济部在2016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中小企业的白皮书哈。那中小企业的白皮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的人力的一个分布哈，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些的这个恶化的情形，我们会是比较特别去在乎的，尤其像是外籍劳工哈，他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他的人数其实大概有就是说企业主对外籍劳工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好像在部分工时，还有临时性的员，还有派遣人力的这个部分，其实他都一直都是恶化的哈。所以像这几种类的人，甚至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可能在住宿还有他餐饮的部分，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的这双周的工时，他其实已经到94个小时，平均哈已经47个小时，就高过我们大家所看到。一直在坚持的40小时，所以他其实在这个部分的劳动检查，我就不知道是说我们的劳动部就是职安署这边是不是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妥当的一个检查，然后这些问题你看我们的劳动部没有发现，然后呢经济部他反而在他的白皮书里面就揭露了哈，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我们劳动部是怎么说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劳动条件的合法的这个守法率了哈，所以我们每年这个像今年我们那个
劳动检查的次量啊，大概要到将近60000场，里面有一些是中小企业。那刚刚委员所关心的这个外劳跟这个部分工时跟派遣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们今年都有做，或者是前几年都有做专案的这个劳动条件检查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检查啊，让中小企业能够这个符合劳动法令了哈。另外就是中小企业部分啊，因为有些是比较微型或小型的哈，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辅导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也推动一个检查辅导的一个机制，设定一个自主检查表，让他们自我检视一下目前他是不是符合这些法令啊，然后再去做。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中小企业的专案劳动检查的一个情形哈，包括社福团体他违反劳基法的话，他14%嘛哈，我们都已经觉得哎，这个14%已经很高了哈。可是我们再看到部分工时的话呢，违反的就33%哈。然后像很多的媒体哈，那边的新闻媒体的相关行业呢，他违反劳基法也是24%哈。然后呢，派遣劳工违法的也是23%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会觉得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职业的他的一个条件，很多我看到的是，可能是预时工作没有给加班费，还有呢，他没有列入到一个出勤的记录表，或者说他延长的工时呢，他已经超过了法令的一个上限。所以像这些情形，我们难道不能够透过我们跟这个资方的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些的改善吗？然后让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辛苦的一个劳动条件下一直工作吗？其实我也很关心啦，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透过资方的一些团体啊，像我们跟这个旅馆业、商业同业工会啊，或者是运输业的这些哈，比较容易超时的这些，还反映到一些执行上困难的地方，我们都有做一些沟通了哈。所以以后我们还是会加强跟工商业团体的一些沟通。好，我希望能够这个沟通的状况也是不是可以回报给我们哈，让我们委员能够掌握到你们到底沟通了什么，然后他们对方资方的说法还有劳方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接下来我要问到是有关特休假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劳基法也现在的执行的状况就是第24条施行细则哈，它也是要做这个特休假的规范。可是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矛盾哈，就是说我们在劳基法里面呢，就是说会看到我们的特休假呢，如果是说他已经时间年度终止，或者说他的契约终止了以后，他有一些的假他没有休，他就应该要给加班费，应该要给工资，对不对？对。对哈，可是呢，我们看到79年呢，就是说劳动部也发了一个公文哈，就是说如果是因为个人的关系未及时休假的话呢，雇主可以不发给他的未休日的工资，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是说，其实对于劳工的检查，它其实是有一个不妥当的地方呢？是，来，请署长来说，请司长来说一下。是委员，这个79年那个的时候的函释哈，是指是说，当然就是如果可归责于雇主的原因，就是劳工有提出要请特别休假，他没有请，那当然雇主要依照施行细则24条去给给付还没有休的这个。那现在这个部分还是继续这样执行吗？对，那如果是劳工继续执行吗？79年的继续这样子执行吗？对，如果劳工是抛弃了他自己特别休假的权利。好，那我跟你说，其实在民国92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个92年的那个高等法院的台中分院的一个判决哈，他这个判例上面呢，他就讲得清清楚楚哈，该劳委会的命令自属违法，所以在法院的判决他是违法的。为什么我刚刚在一再的问是说这个事情还继续执行吗？你们还说对对对，我都觉得是说你们到底是有没有在看我们法院的判例呀？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其实因为法院的很多是按照个案的部分去做一个判决啊，判那个，那我们在现在也就是在检视，从76年以来啊，一直有一些的相关的函释，或者是不论是书函或者是正式的函释，那我们会邀请我认为92年的这个高等法院的台中分院的判例，它其实就是应该要让我们。就是劳委会或劳动部，就是应该就是在打脸啊，那你自己在这个部分，你还是觉得说，哎，还继续，这样子不是让人家觉得是说我们的劳动部和劳委会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没有改善，然后也很不敏感吗？对，因为我们
鲍委过去哈、哦、这些判例，通常来讲是对那个个案有拘束力，其他当然是有参考的价值啦。不过这一次啊，因为大家谈特休谈的很多，都认为说看得到吃不到，所以我已经请我们调解师做通盘的整理。需要多少时间呢？请问？因为我想这个也不能再拖了吧，不管说是我们在修法还是在我们的实质上的影响，我想可能要两个礼拜可以把这个资料都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吗？我看市长一个月时间给他们整理一下好不好？好，那就给你们一个月整理哈。如果是说在修法期间还是会碰到的话呢，希望资料都能够很正确提供出来。最后我想问的是有关于人口贩运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美国的对于台湾的人口贩运呢，他们也有提出来一些的报告，甚至呢他们就会严谨的指出来，就是说他其实他在招募的时候，我们找一些外籍的劳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可能会收取一些的费用，中介收取费用，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可能就会有扣钱，然后呢他们的劳动条件和他们的生活状况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妥的。那就是说这个的扣钱到底是说这个钱到底是由谁来付，那如果那个劳工没有钱的时候是要由谁来先把这个款项垫出来？那当然就是说劳工如果他万一忍受不了他的劳动条件的话，他就绕跑，那绕跑之后可能就会有罚款啊，或者有收容的费用啊，或者有遣散的这个费用，那这个费用到底是谁来支付呢？我现在知道好像越南是由我们 是越南国家会支付，但是其他的好像都是，是不是有别的处理的方式呢？是每个国家不太一样，来说明一下。是，报告委员，有关于这个外劳输出国的跟他们的外劳之间，他们有一些的规范啊，甚至有些借款等等哈。那这个状况我们是都有了解。那至于刚委员所提到，那这个费用的负担的部分，当然除了我们这个必须进一步去了解双方的契约的约定之外，比方说他如果真的是有在国外借款。那借款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借款，所以他必须要还款。那至于刚刚委员所提到，那有些的国家像越南，他们可能是由国家他们来支付，像安置的费用等等，或者是遣返的费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必须要再做进一步国跟国之间的一个协商。因为我其实是会看到哈，移工落跑之后的款项，包括他的收容，包括他遣散费，好像都是要扣到这个劳工本身里面去，所以就变成是说大家会看到我们国家自己是不是有带电，然后呢这个钱到底是谁在花，那如果到后来的话呢也会到这个劳工的身上的话，移工的身上，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有检讨，而且也不要让这个中介呢等于是说一直控管住这个变成人口贩运的这样子的一环。对，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带电的部分哦，其实是由救安基金来带电，那么再去跟那个当事人去跟他索还回来。但是，现在透过双边的会谈，我们渐渐的希望能够由这个来源国他们可以来负担这个事情，所以要透过双边的会谈继续来，希望能够达成一些协议。好，所以现在是由我们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嘛，那我们到时候可能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资料，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一个回，等于是说回报的拿回来的钱到底是多少的钱呢、啊？哈，要不然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损失。是，谢谢。好，谢谢。好，等那个我讲一下，我们计时器坏掉了哈，那个等一下，那我们时间到剩下一分钟的时候，我们会按铃。好，那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按长铃，按两声，然后也请那个议事人员，你拿张白纸举一下，这样子大家比较清楚。好，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黄秀芳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郭部长，请部长。黄委员好，部长好。部长，在这个上礼拜哈，这样子连续好几个月都为了劳基法的这个争议不休了哈。那总算在上礼拜这个一例一休周休二日的这个劳基法的这个修正草案也送出委员会了哈。那我想请教哈，其实劳工的困境其实都
一直持续存在的哈。那总统也说过哈，这是这个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事了哈。所以我们争取劳工的权益是要不断的去为劳工的权益来奋斗。那我希望说，你当劳动部的部长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是责无旁贷。好，那这个我想请教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普遍劳工低薪的这个问题哈，那同样就是在上礼拜三哈，我们立法院举行这个一例一休公听会的时候，那相同在日本哈，同一天哈，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就有针对这个劳工，就是说跟那个企业有沟通了哈，那。他们在这个劳动方式改革实现会议的时候，那有针对春季劳资谈判要求经济界要实现，那至少要和今年的这样子要同等加薪，因为他们已经连续四年这个加薪了，加薪的幅度是超2%了，那如果换算以一个劳工是每个月薪水是30,000块的话，至少每个月都至少还有600块的这个加薪，那连续四年的话至少也有2,000块以上嘛，那 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台湾的现在的一个目前的状况哈，这个是111人力银行做的一个调查，那他说哈，这个针对一些上班族哈，他说平均有22个月没有调薪哈，那还有部分就是说公司没有固定调薪的评估制度哦，这个占了49%以上，那还有一个就是其中调薪比较高的可能就是教育，还有我们政府单位，还有一些团体，那调薪比较低的行业可能就是工商服务业哈，那其他还有74%的是说这个劳工他不曾主动要求调薪，好，那10%哈，差不多11%的劳工有主动争取加薪有成功，那15%主动争取加薪但是是失败的哈，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民调的这个调查哈，其实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劳工的这个困境哈，其实劳工的薪水低，劳工他自己本身他也不太敢主动要求要加薪了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调查是针对39岁以下的劳工的现况的调查哈，这个是39岁以下清贫族的一个调查，那这个平均的存款哈只有21万，好，平均存款只有21万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第一份薪资低于22K 哈，占了39%，那自认为收支平衡的也是39%，那入不敷出的有27%哈。那有13%的人是说他是完全没有存款哈，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其实部长你有什么感想？鲍委，低薪是目前很多问题的源头了哈。那我们的努力包括在基本工资，希望对边际劳工能够先给他们加薪，所以从今年9月份我们开过这个审议委员会之后。那么明年1月1日哈，那么基本工资就会提升5%，时薪会到133嘛，这个是对于这个边际劳工的部分。第二就是对于一般在职劳工的薪水要怎么样去提升呢？那么经济部有一些租税的诱因啊，譬如说如果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可以有一些租税上的优惠，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诱因啊。其实这个可以实际反映到劳工的薪水上面吗？会啊会啊，如果说他老板企业家他会这样子考虑嘛，因为他加了以后他就在那个部分可以有一个就租税上面的一个减免或是优惠，所以他应该会列入考虑啊。对劳动部来讲，我们认为如果一般在职劳工的话哈，那么对年轻人来讲，觉得我们一直在希望能够加强他们的职业训练，就是你要加薪，你要有那个本事啊哈，你拿出你的就业竞争力出来，那老板自然而然就会给你加薪嘛。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我们一直在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就业技能。好，那我们也看到哈，在这个柯市府，就是台北市市长哈，这个台北市政府这边哈，有针对。有针对这个编了120万，然后就是针对低薪的劳工每个月5,000块哈，那这个也受到台北市议会的一些批评了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那这个我们的政府哈，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哈，替企业帮劳工加薪，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我觉得这个诱因可能要有一些前提的限制了，包括第一个对象。
他是譬如说失业的期间超过一定的程度，他是一个比较就业的弱势者，希望他的第一步迈出去啊，可以去找到工作。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中央在劳动部，我们也有雇用奖助，也有就业津贴，就是帮助他先迈出第一步，然后但那个期间哦不是长久的，譬如说六个月或是一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嘛。哎，对，就是一个诱因，然后让他推他一把，那希望他能够就是要找到工作之后啊，就可以比较有一个长期的就业。好，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哈，这个没有就我们看到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低薪的这个劳工的这个补助嘛哈，这个5000块的补助，那其实我们看到刚刚部长也讲到说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嘛哈，那我们实质看到就是说这个实质的低薪哈，因为台北市政府它是针对这个劳保投保薪资是在27600元以下的。这个劳工做这样的一个补助，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实质的低薪，那这个看到是还有就业的，那没有就业的这个问题那怎么处理？是，所以没有就业的更需要有这样，所以他特别讲说，如果你的没有就业，你的失业的期间超过一定期间之后，这些对象我们更需要帮他，希望能够有就业奖助或是雇佣奖助啊。是，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劳动部哈，不只跟劳工要沟通哈，其实跟企业也要沟通，然后企业愿意帮劳工加薪，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点。好。不要说我们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然后替企业帮劳工加薪。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对，我们主要是让企业说，透过这样子一个比较，虽然没有不是很多了，5000块、几千块钱，让他用了这一个人以后啊，他认为说，哎，这个不错，然后他继续六个月以后啊，他就愿意用自己的薪水去帮他继续用他，所以这是就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刚刚我们看到日本跟台湾的这个状况了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日本他看到就是说整个劳工薪水停滞，那他知道说这个可能对国家的经济可能带来一些危机哈，那他跟企业沟通，希望能够持续为这个劳工加薪嘛。那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好像不是这样子哈，那已经感觉已经很久没有替劳工加薪，或者是低薪的这个状况持续存在。那我不知道说，现在我们郭部长，你身为一个劳动部的部长哈，虽然这个部分感觉好像是烫手山芋啦哈，那你身为部长，你站在这个位置，你也是要替劳工来争取权益嘛？那我不知道部长你未来要怎么做？这不会，这个没有调薪或是低薪的问题哦，我觉得它是一个跨部会，是一个所以既然是跨部会，那当然就是说劳动部是不是要跟经济部或其他部会大家共同来研商？是，其实在行政院里面，其实这种平台常常在开会，其实是有这样子，劳动部有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既得责任啊，包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研拟最低工资法，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基本工资的检讨，我们对职业训练怎么样去加强，或是甚至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工会组织，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调这个议价的能力哈，类像这样子外劳的引进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劳动部应该做的。我们希望说哈，郭部长在这个位置上哈，是持续要替我们的劳工争取权益了哈。真的，这个是可能以后会成为整个国安的问题哈。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请教我们这个郭部长哈，在劳动力发展署哈，在7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发展署设有这个台湾就业通的网站嘛，哈，在7月份的时候，这个个资有30000多笔被窃取嘛，哈，那这个后续你们怎么去维护？你们每年花了这么多的这个预算，哈，7000多万的这个预算，在维护这个这个台湾就业通，哈，还有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台湾就业通网站。好，在维护这样子两个的这个资讯系统，那为什么整个这个维护的这个资安的这个问题会这么粗糙？是，我请署长来说明一下，因为内部我们有做些检讨跟改善。报告委员，有关于台湾就业通这次发生的个资外泄的事件，那我们在第一时间就马上。先跟委员报告，因为这次的事件是我们自己先发现的哈。那我们在第一时间马上就做这个有关于治安方面的通报。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署重新再检视我们整个的治安，包括到各自方面的一个处理。同时，行政院方面也特别注意这个案子，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从行政院到部到署，我们整体就我们台湾就业通的所有的功能重新做检视，所有的治安等等，我们。
重新做一个检讨。那我问一下哈，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求职的民众到我们的这个就业服务站哈去请求媒合工作媒合哈，那你们都要求他一定要加入这个台湾就业通嘛，对不对？没有，就是并不是强迫要参加哈、哦，要加入啊、哦，那是完全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因为他们如果到我们的临柜去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说非要加入台湾就业通不可，只是我们当然很希望。从以前就这样子吗？哎，是，一直都是这样，对。好，那我想请教，就是说会来寻求这个媒合的这些民众，其实他们在资讯方面。在这个电脑技能方面可能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哈。那你们如果这个有时候可能说明不清楚，那请他这个加入这个台湾就业通，那给他一组密码，那也许你们请他回去再把这个密码，如果不想用这个密码，回去再更改这个密码哈。那其实很多民众在反映，就是说他这个电脑这个技能他没有那么厉害哈，那可能基本的他可能也不会，所以这个你们上面的这个还非常的繁琐哈，上面的资料表格非常的繁琐，所以他要填这个表格真的是有困难哈，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要求你们，就是针对这个台湾就业通也好，或者是你们的劳动力发展署有一个学习数位学习平台，我看到你们学习数位平台哈，上网上去看的人上去学习最热门的这个。这个电脑的这个 Excel 的这个平台上面去浏览的人数也只有700多人嘛，其他也都个位数哈。那像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整个操作是太繁琐，然后整个表格让民众不知道怎么进到这个网站上面啊？既然是一个数位学习平台，那你是不是要弄得更简易一点？是，报告委员完全同意啊、委员的意见啊。事实上，我们现在包括到劳动力发展署的入口网，也就是我们的官网的部分，还有包括我们台湾就业通，我们现在整个全部都做检讨，因为确实要让劳工他们觉得有它的便利性，那他们愿意使用，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它的功能才能够有效的发挥。所以我们今年度开始已经全部都在做检讨了。好，我希望说那个钱哈，真的是预算花下去就是要。花到有用的地方啊哈。另外，我简单剩下这个时间到了，我简单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是一个个案哈，在我们服务处收到了一个个案，他是在学校当工友，那他退休了哈，他这个今年退休，那可能学校的这个总务或者是学校的人士哈，他以往都是办这个公保的，好公保的这个教职人员哈，那工友的部分是算劳保，那这个学校的这个人事可能就没有把他提到这个劳保局这边，说这个工友要退休哈。那他经过两个月之后，他才发现说奇怪，他的这个劳退这个劳退年金为什么没有下来哈？那他才自己去问，那发现说这个劳退这个要自己去申请，本身要自己申请，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事业单位要帮他申请嘛？可是。这个是学校的疏忽我可以理解。那另外就是说哈，这个因为要自己去申请哈，我们这个也询问了这个劳保局哈，他说哈，70岁以上，以目前为止哈，还有这个70岁以上退休的，然后他没有申请这个劳退的，好像还有6万人，对不对？对，差不多。那个你讲的是劳保，不是劳退？对对对，劳保，就劳保老人给付啦。对对，因为他把老人给付我们目前都是他符合条件的，他来申请，我们再划给他嘛。是，那如果他没有申请，可是这个劳保是他自己以前他在工作的时候自己缴的这个保费嘛？对。那你们也不会主动去通知他说他有资格请领这个劳保的这个给付吗？目前劳保的老人给付，劳保生意给付有主动通知，对，老人给付还没有。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要求你们这个劳保的老年给付，你们也要主动去通知？我们来研究看看，因为不是啊，怎么会是研究看看呢？这个会牵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人领了以后他的老农津贴领不到，有的人呢领了，不是、啊？那你我刚刚讲的70岁以上还有6万人没有领嘛？对，对啊，那你这个。如果说他要领那个农保的部分，他65岁以上，他就自己知道要去领这个这个老农年金了嘛？那如果是70岁以上，就表示他如果没有领的话，那就表示你们这边一波来个零行欠，阿罗波一边嘛波行欠啊。他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主动通知？譬如说，有的人他本来土地的问题，结果
不能领老津贴，后来土地又被可以了，啊，但是他领个劳保老人给付就不能领了，所以会有很多样态了。我刚跟委员讲说，我们研究是说，我要挑一些不会有后遗症的样态去通知。好，那我希望说通知对。好，那这个问题也存在很久了，好，那我希望说你们针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民众的权益啦，哈，我希望说你们更积极去处理。好，以上。好 OK。好，我们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吴委员、吴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委员、林委员不在，请钟嘉宾委员询答十分钟。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在场的会场公众伙伴以及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午安。有请郭部长。请部长。钟委员好，部长辛苦了，谢谢谢谢。今天我不问劳基法，但是问你另外一个热门的议题。劳动部对于我们蔡英文总统的新南向政策有什么贡献？有什么规划？有什么想法？对，我们的重点大概在人力方面、人才方面的培育啊。人才方面的培育是，譬如说劳动部要做人才方面的培育，也有一部分是，譬如说要去南向的人，像这个台商，他们要去这些人才，我们可以帮助他做训练。好，我很胆的呢告诉你一个事情哈。之前我到东南亚这些国家，台商跟我反映一件事情，他说很多以泰国为例，泰劳来到台湾是十二年一定要回去，那当面的台商觉得说这些要回泰国的，在泰国的台商觉得这些泰劳啊，他来台湾也熟悉了华人的管理方式，那他想说，是不是你们就直接回到泰国，我就把你接过来我工厂做，对不对？是，所以有行文给我们劳动部说可不可以把这些资料提供给他们，他们来招聘嘛？不行，各自保密。我已经讲了，各自保密。那后来呢？劳动部很有诚意啊，他说这样好了，从现在开始呢，凡是入境的泰劳啊，我都请他签一个同意书，未来要离境的时候呢，把这资料提供给他。你觉得满意吗？他在等十二年呐，是不是这样？等十二年。对啊，你现在进来的给他签同意书，以后要回去的话，我知道那是现在，但是对旧有的人，我们虽然有各自上的问题，但是要克服，想办法克服。很简单，我在地方政府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就业博览会，可不可以这个工业区里面有大量外劳的，譬如说下个月有一批要回去，你们就在那个厂区啊，请经济部呢台商来办一个什么一个柜台，办个联合的什么就博会嘛，我们台湾这些人要回去了。那这些对海外的台商他需要嘛，那就让办个就业博览会可以吗？很好，可以。好，可以。来，我现在跟你讲呢，我所了解的南向政策哦，我们来介绍一下。日本呢，他们有一个叫做研修生制度，针对十八岁以上的外国人到他们本国去研修啊，大概都是短大，就是我们的专科的意思啦哈。那么学习时呢，其实技能，在新加坡呢，他们有一个叫低龄留学生的方式，中学的留学生呢，可以主要是马来西亚、菲律宾跟印尼。在我们台湾呢，我们有侨生，他们呢大概16岁到18岁呢，可以来念我们的高中的建教合作侨生专班，或是产学合作的携手合作的侨生专班。那么呢，境外生呢，目前也在研议规划建教班。部长，我举这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我都在谈教育？是的，跟劳动什么关系？工作，什么工作？毕业以后的工作。好，日本是用纽澳是用度假打工啦。年轻的劳动力嘛，你去度假嘛，你不会留在那里嘛。日本人也想说，你外国的研究生，你来当学生，你们都是青壮的劳动力，顺便用一用。但是现在问题大啦，这些呢都滞留不归啊，因为呢他们年轻，语言学习强，社会适应能力强，所以呢日本呢他不打算把这些留下来，他说那要把研修制度改了，他们打算来参考台湾的外劳啊，引进这些已经成年的。好，劳动力取向的，那他在工厂环境好管理的，不是像这些研究生进入到学校住在宿舍住在社区他找不到。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日本啊，他不考虑接受移民，日本是全世界移民最难的国家。相反的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为什么要去马来西亚要去越南要去菲律宾跟印尼找这些人呢？因为你当他中学的时候来，他挑成绩最好的。我问过印尼的代表处，这些中学生啊，他在他们的本国呢就接受新加坡入学的测试，他们只挑最好的。那因为他们在母国里面的教育环境不好，所以呢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有机会很聪明的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大学的是他大学给他奖学金，成绩好的给他奖学金，四年后毕业了，他必须在新加坡人的公司工作四年。等到新加坡人工作四年之后，你觉得这些人
他心里是认为自己是哪里人，他心向着新加坡，因为要不是新加坡给他一个中学教育的机会，要不是他努力念书表现很好，他不可能在新加坡拿到大学奖学金，如果不是在新加坡人的公司工作，他没有机会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对不对？是，这些人变成新加坡的什么？他变成新加坡规划的新移民，而且是素质很好的，经过新加坡教育的，这样的移民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台湾也如法炮制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下一章。目前台湾在扩大招收境外生啊，在我看来方法很多，我对教育部说，这个根本不是站在国家的人力人口结构的补充思考，只是站在大学延续它的生存思考。因为呢，大学的生源不足，向这些国家去招揽，招揽来的学生呢，其实呢都是因为台湾的高等教育相对便宜，距离相对近啊，还有呢华语呢，他们来这边顺便学学华语，现在华语现在是除了英语之外的第二外国语。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大学境外生这么多人呢、啊、我们再继续看2011年研考会那时候出了一个人口的一个变迁报告，他说台湾除了少子化高龄化迁徙之外，他说跨国的迁徙啊，台湾的人力外流主要是因为中国新兴市场崛起和国内的政策劳动环境跟产业结构息息相关，而且呢我们呢都是大量输入技术的外劳，大量输入呢一路呢外籍配偶，而且呢跟中国的经济整合导致我们中高阶的人才外流，出国留学生变少，吸引高阶外劳呢外籍人士不易。台湾现在需要的外籍专业人士啊两种，一种就是高阶白领，一种就是高薪蓝领。目前我们劳动部有开放 48K 以上的算是高阶白领嘛，是不是这样？保定你敢怎样温南波齁做嘴高薪的蓝领啊，高薪蓝领哦叫不干哦。电焊、造船、油漆，为什么？因为工作很辛苦，甚至有奇美高中，他招生啊，保证就业绝对是不低于48K， 就有满不？就无满，因为咱的囡仔吼，好的家庭囡仔经济富裕了啊，无啥物要做在扛起。但是你没有发现新加坡人很聪明？他从周边相对经济落后的国家招收这些肯奋发向上的农村子弟，让他们透过技术教育的培育，他们未来可以成为新加坡的白领骨干。请问一下部长，你认为东协这些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这些国家，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也引进这样的制度，让他们成为未来我们的高薪蓝领，补充我们台湾自己年轻人不愿意做，但是也需要高技术含量，而且薪水不低的工作？包括现在国发会哦，有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专案在进行当中，包括我们的部分哦，像现在第一个把这个侨外生未来就业的门槛松绑，那么希望未来东南亚可以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的学生会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毕业之后啊，现在过去我们本来有两大门槛嘛，一个是47917的这个薪水门槛，第二个就是大学毕业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我们现在把这个也松绑了以后，用评点制，只要超过70点，他就可以留下来工作。这个就有一点像新加坡一样，虽然每一年进来的1到2万，毕业的5000个以上，我们现在是2000到2500个人，就是筛选之后，他是一个符合我们的需求，这些人我们就留下来，让他有工作的机会。所以目前的做法其实跟新加坡是有点像，就是希望能够增加这样的一个人力，然后解决我们的缺工问题，同时可以筛选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我现在就告诉你哈，两个东西，台湾的高职教育现在空洞化，很多私立的高职呢，他找不到学生，因为他的学生招进来是念科大去了。那现在呢，我们希望说未来啊，有一个短期的训练，比如说我们的长招 2.0 缺乏照护人力，其实严格来讲是缺乏照护的辅助人力。那如果说今天我看到越南，它很缺乏什么？很缺乏护理专业人力。台湾有护专，念5年。如果今天我们让越南的15岁的学生来台湾念5年的护专，回去他有机会当护士，你说他会不会来？他会来。他在5年台湾的在学期间，透过刚刚说的建教合作，透过你们刚刚说的技术生嘛，对不对？我们劳基法第八章关于技术生，他如果在与五专阶段也可以建教合作，他也可以从这个建教合作当中得到自己的生活上津贴，他不用再花家里的钱。坦白说吼，咱台湾即马阵少只出来艰苦的啦，无才调讲吼，中山家己出国来留学的，这种的做认真做拼，伊来读五档，台湾给伊好的教育，但是呢，伊伫台湾这五档的期间哦，伊会用加减啊，
做我们的照护辅佐人力，这个部分劳动部觉得可不可以延议？我觉得目前已经在推动了，可以推动是不 是, 是？因为我接下来问教育部，我问卫福部，他们说只要劳动部点头，他们马上就做。部长，那你有点头了吗？同意。本来前端是他们这个进来到学校里面去，毕业以后的就业的诱因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松绑了。不，他们毕业他们也不留下来了，他们回去护士也不错啦，功课逃了嘛，做后悔啦。有些人呐、啊，要回去的话，可以配我们刚才南向政策跟他们结合。Okay, 好，那如果说他这边表现特别好的，我们让他继续念四季，念科大，让他在台湾也可以包括取得不错的工作之后，他甚至可以规划未来我们在台湾知道我们的人口补充不是只有这些外籍配偶，外籍配偶是一种低经济的移民。但是我们未来呢，如果能够针对这些有人口红利的国家的青少年，我们能够呢适度的挑选最优秀的，你真找我当哦，唔免甲尤其啦，来台湾利用咱统会教育，可以有技术，他留下来，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护理人士啊，护理人才啊，念到22岁啊，大学护理系4年毕业，他留在护理职场几年吗？不到15年。你投资4年，他留不到15年，因为他30几岁，他就要家庭啦、小孩啦，他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底下继续守三班制了。但是这一批如果来的特别好的、特别优秀的，他真的留在台湾，如果让他规划，他愿意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岗位上，他只要取得证照，他会继续做下去。这个人力投资非常的值得，希望部长呢继续跟教育部、卫福部继续来配合，好不好？是，没问题。好，那最后呢，有一个关于哈、哦、附带问一下。那个有一个职业安全卫生监督及检查处理原则啊，我们在提到说这个劳检大军的问题呢，其实我是觉得劳检要落实，大军要成立，但是呢要有辅导的机制。我所知道的职安署呢，现在把一些原来的7月4号把它废掉了，但是台北市7月5号马上就公布了他们的注意办法。我希望说部长注意到这一点，怎么样也考量到为什么台北市要这样做，回去部里面检讨一下，也让我们的中小企业跟微型企业在落实劳检符合劳工法令的规范的同时，也能得到我们劳动部适度的辅导，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金导，谢谢。好，我们现在中午休息哦，到2点半继续开会。